国家张毅穿越到了修仙世界，成为了帅气无双的大师兄，同时也是门派唯一的男弟子。虽然实力普通，但我玉树临风，唱跳 rap 样样精通，琴棋书画个个一流。无奈的是，大家只在乎我的颜值，却忽略了我的才华。大师兄好帅，大师兄好帅呀、啊！唉，可惜靠颜值吃饭的人生走不了多远，毕竟在修仙的世界，境界的实力才是王道。唉，每天都被师妹们打扰修行，这种生活我一天都不想过。等我修炼变强，就去外面浪一浪。本来想躺平下去，猥琐发育，早日修炼成仙，万万没想到。嗯，这是什么？全息投影。恭喜您获得天命系统，攻略天命角色即可获得奖励。天命系统？什么鬼？新手任务：向美女师尊表白，表白成功，修为提升。奖励至尊圣体，表白失败，终身为狗，失去生育能力。任务限时10分钟。坑爹呀、啊！和师尊表白，这不是作死吗？而且失败了变成狗就算了，为什么还是阉狗？后来我才知道，天命系统像是一种神秘的开挂系统，它的出现改变了我原本躺平的人生。师尊月瑶乃是一代强者，性格清冷，不食人间烟火，人称无情仙子。曾有无数男弟子对师尊动心，结果全被废去修为，打出师门。也曾有各方强者求婚，还想霸王硬上弓，结果大家都成了体面人，走得很安详。唉，我不为情所动，才苟活到现在，成为了唯一的男弟子。而如今我却遭遇了这个坑爹系统，生无可恋了。啊，张毅，张毅，为何在此沉思？哎，师尊，你闭关结束了。师尊好美，我好怕。多日不见，来看看你的修行状况。今日如何？是否有女弟子为你倾心？回禀师尊，徒儿一直刻苦修行，不为情欲所动。可恶，根本不敢开口表白啊！已经有900名弟子因为动情被我赶出道宗，还好你道心坚定，没有辜负我的期望。可是，弟子觉得，如果连喜欢的人都不敢表白，那修道还有什么意义？师尊自己都没谈过恋爱，又为何一意孤行，倡导无情修道呢？所以，你想说什么？其实18年来，我对师尊日久生情，道心早已掀起了波澜，忍不住想说，师尊，我喜欢你。张毅，你太令为师失望了，本以为你能有所成就，只可惜动了情欲，自绝了后路，触犯戒律，哪怕你入门18年，为师也要将你血脉斩尽，逐出道宗。我根本撩不动师尊，时间也不够了。不过危机关头，我怎么想起以前的事了？师尊，你还记得吗？3岁的时候，你带我入门修行。7岁时，我达到筑基期，你第一次夸我，我也第一次看到了你的笑容。一儿真棒，以后有机会出去历练。一儿只想陪着师尊。10岁时，我到达结晶期，你亲自下厨做了一顿饭奖励我。一儿，好吃吗？15岁后，我修为停滞，你依然没有放弃我，一直鼓励我坚持修行。不过，我遵从师尊的无情之道，不会强人所难。张毅，那里是断崖。师尊，来世相逢，爱你如初。
哭了，我的御空术还不熟练，我张毅不但要变成狗，还要被摔死吗？不要命了，为了情有必要吗？不是为了情，是为了师尊。住口！表白成功，奖励 S 级至尊圣体。哎，任务居然完成了，难道师尊心动了吗？张毅，你已经失去了前程，今日我是要将你赶出道宗，好自为之。至尊圣体觉醒中，啊，力量涌出来了。至尊异象，大师兄觉醒了，师兄终于顺利突破了。娘，有人觉醒圣体了，是道宗的方向。古人言，至尊一出，显露覆灭。这是带有诅咒的圣体，修士的末日要来了。恐怖如此，人族出现至尊了。至尊圣体融合成功，恭喜宿主升级到化灵境界。修为突破，我真是嗨到不行了。天赋觉醒而已，和今日毫无关系，还是担心一下自身安危吧。你觉醒至尊圣体已经惊动了敌对门派。至尊圣体是吸收天下气运的体质，会阻断成仙之路，看来我威胁了很多强者的利益，我成了公敌，一些强者肯定想铲除我。情况紧急，我送你离开道宗避难，至于敌人由我对付就行。我不会走的，一切因我而起，我应该独自承担，怎么能让师尊。哼，想走你们走得了吗？糟了，有强者入侵。道宗惊现至尊异象，我等特来祝贺。道宗之事与尔等何关，多管闲事。凭气息来看，觉醒之人应该是张毅师侄吧。他当你这个老女人的徒弟屈才了，不如交给我弟宗培养，入门赠送特殊福利。我徒儿乃是人中龙凤，岂会去你青莲妖婆的弟宗？师尊说的对，你这个老女人。还是来天宗吧，必须来我封城，资源多多，休闲一条龙服务，还有机会到大周王朝当官。我这里美女如云，又有上古道法，可助张毅师侄修行。我的至尊圣体会吸收天下气运，争夺修仙机缘，你们自私自利，怎会助我修行？说什么呢，我们是真心想培养张师侄，不存在邪念。叔叔我呀，只会心疼张师侄，怕不是想把我当成棋子，拿来培育炼丹，日后夺去修为吧。别怕被人利用，被人利用至少证明你有价值。放肆，我道宗的弟子绝不容你们争来夺去。张毅就算离开道宗，也只能被我赶走。想让我加入你们，做梦去吧，我永远是月瑶师尊的人。想不到平日里沉闷的张毅，如今却能挺身而出，树立我道宗的威严。阿雷阿雷，看来只能来硬的了。道经有言，得不到就要抢。张师侄，乖乖当贫道的掌中之物吧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哼，不识好歹的臭小子。你们三个妖孽，翻脸比翻书还快啊。放肆。师尊莫慌，我助你一臂之力。不愧是至尊圣体，这种力量必须为我所用。好强的力量，快扛不住了。都住口，张毅是我封无极的人。你们两个再不用力，老娘就说手不干了。徒儿，一起加把力，拿着他们。是师父。
走开！师尊，师尊，你没事吧？我并无大碍。师尊为了保护我，居然用身体抵挡爆炸的气流。乖乖交出张毅，你已经是强弩之末了。只要我月瑶还有一口气在，你就休想带走张毅。老女人，你要为了张毅一人与我等为敌吗？捍卫道宗，守护大师兄。就算道宗有师尊在，也无法同时和三大门派为敌。不行，不能因为我一个人直接连累整个道宗。争端因我而起，与道宗无关。我张毅一人做事一人当。有胆识那就乖乖离开道宗吧。放心吧，我们不会对你动粗的。封城永远敞开大门，只等张师侄进入。师尊，我走了之后您要保重身体，道宗还需要你。混账，你想被他们带走然后活活炼成丹药吗？可是别说了，我道宗弟子由不得别人欺负。今天他们要是把你带走了，事后我道宗的弟子走在外面都要抬不起头来。多说无益，一起打倒老女人去抢了江毅，那要看看你们的本事了。那是一光，天空又射一光了，又是一像，似乎是传说中的重瞳圣体。是我天宗的方向，我门下的弟子觉醒了。修仙界这么内卷吗？连圣体都是一个个抢着觉醒。天宗有了重瞳圣体，以后恐怕更加强大了。什么狗屁至尊圣体，什么张毅，日后都会是我重瞳的手下败将。老尹们，天下都将以我为尊。恨我的周弟，说好了一起共患难，自己看到希望直接先跑了。如今重瞳和至尊两大圣体现世，可以互相压制气运，危机自动化解。如此看来，我等也没有久留的必要了。就这，之前的嚣张气焰呢？所谓的正派强者，都是欺少怕多的玩意儿吗？我还有急事要处理，先走为敬。巧了，我也有急事处理，我也溜。老妖婆，得罪了道宗还想走？张师侄，你干嘛？我这个，下次见面我就不客气了，要狠狠地折磨你。老妖婆，慢走不送，下次记得买条结实的丝袜。丁，触发天命任务，任务内容：获取青莲道长的贴身衣物，成功奖励大道果成衣，蕴含天道之力；失败奖励增加厄运值，霉运缠身，实现三天。变态系统，黑丝碎片不香吗？还要什么贴身衣物？这是纯纯的作死。虽然这种事情我张某人一直想做。张毅，今日表现不错，让我刮目相看了。那是当然，毕竟我是师尊调教出来的徒弟，还不知师尊给我什么奖励。奖励？你表白触犯门规的事还没算账呢，关在水域一年，或者鞭刑5000次，自己选一个吧。那还是算了。眼前当务之急是对付各大门派，道宗目前已经被很多强敌盯上。我觉得可以先下手为强，不如一天后我借论道的名义拿青莲老妖婆的地宗开刀，探一探他们的弟子实力，顺便扬我道宗神威。这样也好，如今先发制人可以提前化解危机，我会派几位长老暗中保护你，顺便派一名漂亮弟子与你同行。漂亮弟子同行，一定是甜美性感的师妹。我可以的，到底是谁呢？是大长老的爱徒张洛燕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大师兄，我的天赋如何？有没有机会觉醒圣体呢？大师兄，你怎么不说话呢？师尊还真让这家伙跟着我。大师兄，听说你突破了化灵期，是真的吗？闭嘴，这次和我出来有三个要求：一，不许乱说话；二，不许擅自行动；三，一切听我安排。
切，大师兄真无聊。这个师妹张落雁真的堪称猪队友，上次一起外出历练，这丫头去魔教偷吃丹药，害我被人追杀了几百里，哎，人间疾苦啊。话说回来，先前觉醒重瞳圣体的人乃是天宗弟子烈浩然，师兄要小心了。知道了。曾经在一次文斗大会上，叶浩然输给了我，对我怀恨在心，如今他觉醒圣体，以后注定要以武力复仇了。我为至尊，他为重瞳，两大圣体相生相克，这一切是宿命吗？对了，师兄，我们不是去地宗吗？那里是不是很多好吃的呀？别提吃的了，这次再敢坑我，我绝不饶你。啊，知道了，人家只是问问嘛。就知道吃。两个小家伙还挺和睦的，希望通过这次历练都能够有所成长。不过张毅之前为何那般动情，非要向我表白？难道情真的那么重要？是他是他，就是他。大宗的张毅师兄来了。他来了，他来了。久违久违。哇哦，好多人耶。我去，原来哥在别的门派这么受欢迎吗？我看过张师兄创作的文集，简直神来之笔，可否深入探讨？张师兄，今晚可否共同赏月？张师兄，能给我签个名吗？张师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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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张师兄。这个人一看就是敌人的奸细，而且是和我们抢师妹师姐的渣男奸细。就是就是，不可能，他长得那么帅，绝对不是奸细。什么？你居然说他长得很帅？我也觉得张毅师兄很帅。张师兄，张师兄，张师兄。张师侄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了。张毅前来论道学习，还望前辈多多指点。没想到青莲道长还有正经的一面，丝毫没有了莽浪之气。啊，他好大哎！既是论道，就随我入门雅座畅谈吧。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前辈，为何只让我一人随行？希望张落雁那丫头不会捅什么娄子。你师妹还太小，道行太浅，还论不了道。你我机缘相投，了解彼此的道行深浅，才是论道的最佳组合。原来如此，我悟了。这论道正经吗？我怎么有种羊入虎口的错觉？到了，就是此处。好，这里是卧室。一遇张毅深似海，从此眼中再无人。张师侄，你今天落入我的手掌心了。果然不简单，男孩子在外边一定要保护好自己。不过利用青莲道长，或许可以完成系统之前发布的任务，获取青莲道长的贴身衣物，成功奖励大道果成一，蕴含天道之力，失败惩罚增加厄运值，霉运缠身，实现剩余4小时。张师侄，别着急，洗完澡再论道嘛。哦，也好，那就一起来戏水呀。我先去准备沐浴的花瓣，你速速跟来，莫要让我等急了。前辈放1万个心吧。非礼勿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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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非礼勿视。好机会！老妖婆，你的衣服我就收下了，后会无期。张毅，张毅，本道不会放过你的。
任务完成，马上开溜。万一被青莲道长追上，那可就惨了。一物任务完成，奖励大道果，乘一，蕴含天道之力。大师兄，你是不是又给我闯祸了？大师兄，我这是从地宗的树上摘了一个果子吃，没想到被人追着打。你这个吃货，我就知道。算了，和我一起逃吧。给我站住！我去，要不要这么多人？你也太拉仇恨了。走吧，我们还要暗中保护张毅。居然起晚了。师兄为什么要逃呢？这个就说来话长了。终于找到他了，少主，就是那个小萝莉，偷吃我们种植的柱果。看你还往哪儿逃！啊，糟糕！这是地宗宗主的女儿君无艳，居然遇到了这个可怕的妖女，她可是远近闻名的虐待狂。妖女，原来是你，臭妹妹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哎，这两个家伙居然认识，那可真是冤家路窄了。哼，你们两个怎么扯上关系了？哼，上次下山时候，这个妖女抢了我的限量板糖葫芦，害我追了半天，最气的是没有追上她。切切切，不就是一个糖葫芦吗？明明是我买的。真是搞不懂这两个吃货。别想转移话题，今日你偷吃我地宗的猪骨，理当重罚。区区猪骨，我张毅陪你便是，用不着拔刀相向。大师兄，对不起，我连累你了。不过要赔的话，就先让他向我道歉。那就让我看看，你有没有资格让我道歉。这就打起来了吗？女生之间的决斗真可怕。不过借此机会，正好让张罗燕这丫头实战训练一下。修士前期的等级分为炼气、筑基、结晶、金丹、化灵、元婴、化神、渡劫。从气息来看，张罗燕和君无燕都是金丹期实力，想分胜负的话，只能看法术技巧了。实力不错嘛，可惜遇到了我君无燕。银蛇缠绕，啊！打闹到此为止了，兵器破碎，看你如何还手。还早着呢，超级加倍，双重巨化之术。你这个吃货到底带了多少糖葫芦？破法剑击，好快的速度！少主，哥哥，修士打斗点到为止。难道还想伤我妹妹不成？原来是地宗少主君无傲，此人和我一样也是化灵期境界，实力不可小觑。许久不见，张师兄还是这样气质无双，在下自愧不如。不过张师兄纵容自己妹妹伤人，恐怕不妥吧？打斗刀剑无眼，伤人在所难免。还有，张罗燕不是我妹妹，其实她是心好疼，哥哥连亲妹妹都不认识了吗？所以还会消失的吗？小娟娘捶你胸口。我去，这丫头怎么突然戏精附体了？张毅为何不承认兄妹关系？难道别瞎耍赖了，你叫张毅，他叫张洛燕，你们都姓张，还不是兄妹吗？可恶，身在福中不知福。有妹妹的人请照顾一下没有妹妹的人的心情。那么可爱的妹妹不要可以给我呀。不管如何，纵容妹妹就是当哥哥的过错，理当替罪受罚。紫云神功啊，多远心，我来对付他。平时学来的法术能力如今正好派上用场了。六道通天指破。哥，厉害！师兄哥哥威武霸气。我还没出力，你就不行了吗？同样是化灵初期实力，
张毅为什么压我一筹？难道是至尊圣体的力量优势吗？道还没论呢，张师侄为何先溜？是不把我这个长辈放在眼里吗？糟了，青莲老妖婆追来了，刚才使用法术消耗了大量灵气，怕是无法脱身了。大姐姐又来了。张毅，乖乖跟我去乱道，不要逼我硬来。看样子张毅得罪了人称蛇蝎美人的青道长，这次看他如何收场。哇，不愧是大师兄，连青莲道长都敢惹。青莲前辈是想让我论什么道？论哪个道？道，当然是论三千大道，论道门的经典。门派人多眼杂，不能暴露真实目的，否则犹如我圣洁的长老身份。该论的早和前辈论完了，现在我和师妹没了久留的心情，就先告辞了。得想办法杀一杀张毅的锐气，否则我帝宗从此再无颜面。那个张洛燕别想跑，我和他的战斗还没结束呢。到嘴的鸭子绝不能让他从我的手中逃走。我真是太难了，一波还未平息，一波又来侵袭。什么帝宗弟子你不爱，非要在我身上找存在呢？你什么都好，但你不是我的月瑶师尊。所以我只是一个前辈。不，不对，你偷拿我的贴身衣物分明就是喜欢。不过没事，我能理解你这种羞涩的年轻人。哇，不得了不得了，师兄哥哥原来是……没想到张毅师兄还有这种特殊癖好，在下佩服佩服。除了哥哥之外的男人全都恶心。不是你们想的那样。别害羞了，我只是单纯好奇，拿走研究而已，现在我就物归原主。这没了，看来完成任务的时候变态系统把那东西回收走了。解释就是掩饰，掩饰就是事实。你拜我为师，我们可以天天谈经论道。老妖婆，休想抢我道宗弟子。张毅，正义的我们来接你了。两位护法长老姐姐，你们终于来了。哼，我的地盘岂容你们乱来。道宗的人不配在这里撒野，只需一招秒杀你这个老妖婆，受死吧。我走。啊，我们一定会回来的。完了，芭比 Q 了。不是吧，不是吧。开口叫吧，高声叫吧，就算喊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们的。青莲妖婆，不要得意忘形。哼，道宗月瑶在此，休要动我弟子。张毅，我们把宗主请过来了。出来混迟早要摇人的。师尊。师尊，你太美了。老女人来了。无情仙子和传闻中一样美，我开始嫉妒张毅有这么好看的师父了。哥哥不许看。哇，好美，不愧是无情仙子啊。我要加入道宗，我也要有美若天仙的师尊。啊，果然只有这么美的师父才会教出帅的张毅师兄。他好美，我好羡慕。青莲，后辈切磋论道，我们做长辈的还是沉默为好。可是你的好徒弟很主动啊，偷看我沐浴，还拿走了贴身衣物，完全一派胡言。我徒儿修的是无情道，怎会做出这样的事情？张毅师兄为人高尚，怎么会偷青莲长老的衣物？哼，说不准他是一个衣冠禽兽。张毅师兄如果喜欢。张毅厉害，轻松做到了我想做的事情。大型射死现场。不管如何，今日论道已经结束，
帝宗就该让我徒儿张毅离开。希望你作为长辈不要以强欺弱，否则我就不客气了。好强的威压气息，这能女人的境界实在是恐怖。宗主在闭关修炼，我依然无法与他抗衡，看来只能退让了。老女人，今日之耻，晚日必将加倍奉还。迟早有一天，我会亲手得到张毅。无论日后如何，我今天只想看到张毅毫发无伤的离开。先行告辞。啊！毫发无伤的离开是吗？那我额外送他点东西，应该不过分吧？张师侄啊，拿上本道的特产，然后离开帝宗吧。喂，我不要啊！不用解释了，越描越黑。以后常来玩啊！张师兄，一路保重啊！这个是我的礼物，快请师兄收下。师兄，这条丝巾交给你，作为我们的定情信物。师兄，这是我的。不用了，我真的没有收集衣物的癖好。完了完了，我纯洁的人设更崩塌了。落雁，收下这头灵芝烤全羊，在张毅师兄面前帮我美言几句吧。落雁美女，拿了这些水果献给我的情书吧。落雁妹妹，收下这份点心，辛苦把情书交给张毅师兄。哦，哈哈哈哈，这是天堂吗？小孩子才做选择，我全都要。走了，你个吃货。落雁们，我还没收完美食呢。我终于回到了道宗，此行真是危机四伏。跟展师兄哥哥混真好，搞了这么多好吃的。张师兄，你终于来了，师尊在月影峰上等候多时了，似乎有重要的事情。知道了。师尊晚上找我，难道是想共赏美景，然后共度良宵？师尊好美啊。既然来了，就被躲躲藏藏了。师尊果然强大，轻松就察觉到了我的气息。少贫嘴，你在帝宗的论道至尊表现不错，不过只勉强算是热身。三天后，大周王朝会举办斩兽大会，这是一次更大的历练机会，值得你一去。斩兽大会，这是大周王朝举行的盛会，很多修士都会参加。觉醒重瞳圣体的那个叶浩然，一定也会去吧。叶浩然作为天宗的大弟子，又觉醒了重瞳圣体，自然会去参加大比。师尊放心，若是和他比拼，我不会给道宗丢脸的。以前文斗能赢他，未来武斗也是一样。很好，稳妥起见，我送你一把神兵利器，此剑名为阳剑，和月剑一起铸造而生，蕴含至阳之气，可斩万物生灵。今日赠送你。丁，触发天命任务，把之前奖励的大道果分享给月瑶师尊，成功奖励 S 级诗仙剑法，失败惩罚被天雷击打一次，时限三分钟内。就算没有任务，我也会报答师尊的。师尊给我这么好的剑，我要报答才行，给你送一样好东西。休得胡言。师尊别想多了，我说的是这枚大道果。这可是大灵道树结出的果实，以你现在的实力怎么可能得到？怕不是走了什么捷径吧？我和青莲道长论道赢了，才得到了此果。师尊别管这么多，尽管吃了吧，对渡劫期的你很有帮助。世道无情，人心冷漠，要多为自己考虑。你随意把珍贵之物给别人，别人又岂会在乎你？可是师尊不是别人，还给了我一把远超大道果价值的阳剑。我给你剑，是担心你实力太差，在斩兽大会上丢了道宗的脸。好了好了，我明白师尊的心意，掰成两半，我们师徒有福共享，这下总行了吧？师尊如果不接受，今晚我就赖上你。啊，那我暂且收下，仅此一次，下不为例。任务完成。奖励诗仙剑法已自动学习。
剑法居然由诗句组成，而且仍然不断的涌入脑海，轻松就能领悟。日后有机会必须施展一下。啊，罢了罢了，我也无心和你贫嘴。我蕴含的气息好强，强劲的力量居然在不断撑起着身体。我与师尊一同享用。不愧是蕴含天道之力的果实，效果远超一般的天才地宝。张毅居然轻松吞噬吸收了大道果，就算是至尊圣体也不会如此之快啊。很好，有了大道果的力量加上师尊的阳剑，三日之后的斩首大会上肯定能打败叶浩然。莫要轻敌，据说长老们打探的情报，叶浩然目前的实力是高于你的。同样是圣体，叶浩然的重瞳实力竟然超越了我，难道他背后有什么高人指点？不过无论如何都必须打败他。师尊放心，我会慎重行事，小心对付他。嗯，后续出行接着让张落雁陪你历练吧。张落雁虽然坑了点，但实力还是可以的，希望这次斩妖大会他不再给我惹祸。真不愧是吃货，早饭就要吃掉一头猪吗？切，大师兄完全不懂生活，我去找真蘑菇，你去烤了来吃。小心些，我们快到斩兽大会举办的地方了，妖兽开始变多了。有妖兽！哇，我烤了一早上的猪猪。追！啊喵喵喵，好久没有吃人类烤制的熟肉了，闻起来还真是美味。还我猪猪！孙悟空啊，虽然我们是人，但你真的狗。不管了，先填饱肚子再说，死也不要做一个饿死鬼。终于追上来了。见识一下道宗的特殊捆绑术。丢了丢了，这绳子居然能让力气丢失，而且飞行太久了已经维持不了巨兽形态了。吃肉肉，哇，它看起来比猪猪还好吃。怎么变成小萝莉了？人家只是吃了肉肉，哥哥姐姐应该不会把我怎么样吧？卖萌没用的，你要常怀一些实际的东西。不如吃了这个白嫩的小妖精吧，他吃猪猪，我们吃他，很合理呀。魔鬼，我绝对遇到了魔鬼。只能这样了。其实我是转世的神兽，白泽属于保护动物园，吃不得啊。啊，神族，哎，那应该更好吃。唬谁呢？白泽哪长你这样，你分明是一个长着脚和翅膀的普通小萝莉。触发天命任务，收服转世的白泽，成功奖励15点法力，失败惩罚张落雁变成狗，限时5分钟。系统认定他是白泽，那应该没什么问题，收服倒也无妨，而且收服失败也没事，反正张落雁变成狗。落雁啊，身为道宗弟子，不要随便杀生，我觉得可以收服过来，让他当咱们的交通工具。那就当完交通工具再把它吃了。大姐姐，求求你做个人好吗，不要赶尽杀绝。不想被吃的话就乖乖被我驯服，驯兽术。
收服失败，惩罚张落雁变狗，持续时间一天。大师兄，一定是你搞的鬼，这是什么法术？失误，失误，纯属失误。看来普通的驯兽术无法收服白泽。风水轮流转，看你变狗之后还怎么吃我，吃我一脚！不对劲，都变狗了，为什么力气还是这么大？趁机试一试，和小萝莉签订主仆契约，这次一定行。好强的灵魂气息，竟然能强行和我签订契约。好了，小白泽，以后你就是我的交通工具了。坏人，这就带人家走了吗？大师兄，我建议让他当应急食物，哪天饿极了就拿他开荤。还是担心一下你自己吧，以后就是可爱的狗狗了。还不都是你害的。好了好了，明天法术就解除了，我们继续赶路。乖狗狗，跟上我。你闭嘴。无趣，真是江河日下，连一些弱者都来参加斩兽大会了。好好表现，本座会助你一臂之力。不用你帮忙，我也能在斩兽大会上夺魁。你之前强行让我觉醒重统圣体，已经触犯了底线。哼，我只是看不惯至尊圣体，想让你也变强一些。不管如何，我只想靠自己的努力获得力量。寄居在我体内已经三年了，也该离开了吧。离开？你在害怕什么？反正我是灵魂体，别人无法察觉，不知道你有一个贴身小姐姐。你，哎呦，这不是天宗的叶浩然吗？都说叶浩然实力超群，如今看来怎么整着一副花架子呢？重瞳圣体拿去炼药应该大补吧。嗯，你蝼蚁都不如的低等灰尘，不配活在世上。死不足惜。都是些低级的血气。那些人只是开玩笑，叶浩然为何要痛下杀手啊？虽然叶浩然帅气无双，但是好可怕，好恐怖的男人。飞快点，慢点，飞快点！完了完了，刹不住车呀！这都能追击，真是不让人省心。好讨厌啊！张毅，至尊圣体终于找到了。叶浩然，我们终于见面了。天道和道宗两位天才都到场了。听说张毅才华横溢啊，听闻前些日子他文笔赢过了地宗大公子。张毅最厉害的还是至尊圣体，简直是逆天的存在。肃静，斩兽大会即将拉开帷幕。哎，大会举办方来了。要开始了吗？是大周的官员。斩兽大会是三年一度的盛会，邀请天下年轻修士斩杀妖邪恶兽，为苍生除害。而斩杀妖兽最多者，大周会封为仙师，赏灵石百万。大周王朝属实是白嫖，借比赛的名义让修士们充当工具人，免费清理作恶的妖兽。三年河东，三年河西。张毅，曾经文斗输给了你，这次斩兽大会是要洗刷耻辱。你这是什么自信发言？这人和大师兄一样中二。丁，
触发天命任务，在斩兽大会上赢了叶浩然，成功奖励随机技能书30点法力，失败惩罚经脉寸断，修为降低，实现3小时。打败叶浩然居然还有奖励，那我可要认真了。套马过了吧，我张毅只求一半。那就场上见。斩兽大会正式开始。我辈修士何时一战？都让开，所有妖兽都是我的。让我们来猎杀那些陷入黑暗中的妖兽吧。一把中二病，吼那么大声干什么？万一惊动了妖兽大军，所有人都得死。喂喂喂，我说你们两个把我当坐骑了是吧？别废话，马儿快快走，我们等着去宰几头妖兽吃。小浩浩，你有什么计划？叫我叶浩然，我已经说了很多遍了，先让那些杂鱼探探路，我们暗中观察敌情，然后把妖兽一网打尽。很好，不愧是我血姬的宿主。好像不是普通的妖兽。我感受到了浓烈的妖兽气息，连气氛都开始焦灼起来了。就准备应战。是化灵级的妖兽柴卷王。倒霉，开始就遇到这么强大的妖兽。高手总是在危难的时候出现，而我就是高手，这条恶犬由我来终结。是马先师，上一届斩兽大会的魁首。有马先师在，不管什么牛鬼蛇神都得灰飞烟灭。200多斤的修士都握不动我一个手指头，区区一条断脊之犬也只能阴阴狂吠，被我蹂躏致死。看好了，修仙讲究的是化境，四两拨千斤，我这一招名为千鸟闪电，此招一出，恶犬必死无疑。准备好接招吧。你不讲武德，搞偷袭。马先师，哇，打斗得很激烈嘛。哇哦，大家都已经到场了。张毅师兄。张毅师兄来了。哎，好烦恼，无论走到哪里都有我的小迷弟。张毅啊，那条恶犬交给你了。安息吧，我会为你报仇的，然后拿到斩兽大会的第一名。他死得好惨啊。喂喂喂，我可没死啊。糟了，他又来了。闲杂人等都让开，我来解决这道开胃菜。正好试试师尊送我的阳剑，趁其不备速战速决。什么逆天剑法，若不是我防御高，怕是要碎尸万段。我必须逃。哪里走，这条狗狗就交给善良的我们吧。你们不要过来呀。张毅好厉害，轻松击败了化灵期的妖兽。张师兄刚才挥剑的样子真帅，至尊圣体果然名不虚传。不要太迷恋哥，大家别忘了这次斩兽大会的任务。一切才刚刚开始。好戏要上场了。不好了，妖兽大军又来了。张毅，你家的宠物也太能拉仇恨了吧。来不及了，妖兽要来了。你们两个怎么把妖兽全引到这里了？大家这样拼了，是时候入场了。杀戮时刻到了。之前系统奖励的诗仙剑法正好派上用场了。诗仙剑法洪流剑气。不是吧，这灵气竟然像洪水一般猛烈。哇，大师兄这是放大招的节奏啊。好强大的灵气，这就是化灵期的实力吗？惩罚结束，恢复人形。该死的变狗法术终于解除了，可以用双手吃东西了。啊，完了完了，这个魔鬼恢复人形了，以后怕是要欺负我了。张毅随手挥剑，竟能释放这么多灵气，这一剑
估计斩杀了几百只妖兽吧。不，从气势来看，有3000多只妖兽丧命了。张毅这一招不只是灵气而已，还混合了某种诗词的力量。好想抓到张毅，然后把他的血狠狠榨干。哎，无敌真是寂寞，没有什么是一剑解决不了的，如果有那就再来一剑。好放肆的老虎居然来捡漏。叶浩然好像在对面，不能让他抢了这只猎物。他是我的猎物，这老虎我吃定了，神仙也留不住他，我说的。快用重头能力。张毅，我和你不死不休。啊，这就摊牌了吗？让我看看你的本事吧。接下来让我看看你的实力上限有多高。叶浩然比我想象中更强一些，真是个不错的对手。都是你比我大，根本不想用血瞳的力量，受死吧。没有劲，重来。这么小的力气还想赢我，你在白日做梦。哼，几下法没用吧，这刚刚开始。大家都散开，小心被误伤。这就是两大圣体的较量吗？太强了。比起张毅师兄，叶浩然的招式更像是魔教中人，很难看出他们谁强谁弱呀。不管如何，我们也算是见证了两大天才的对决啊。哼，想偷袭？孽畜滚开，都没空调教你们。滚开，轮不到你们入场。再来。你们飞刀暗器是吧？你们天宗的手段真是高明。必须阻止他们，否则大会无法举行下去。哎，战斗如此激烈，估计很难阻止。两人已经杀红了眼，怕是没有妖兽敢去附近撒野了。终于被我拆招了，在重统状态，看清你所有的破绽。开始是谁说不想开挂的？嘴上说着不想，身体倒挺诚实的嘛。为了和他僵持下去，我必须发挥至尊圣体的爆发力特点。别以为开个红眼特效就能所向无敌。同样是圣体，至尊圣体的力量却更强一些。两个天命之人里还是张毅更强，不过叶浩然求胜的欲望更高，倒是可以利用一下，帮我统治修仙界。住手，你们不要再打了。斩兽大会提倡的是诛杀妖邪，不是私人决斗。两位点到为止，大会已经临近结束，还是比赛为重。啊，什么？这就要结束了吗？啊，大会快结束了吗？还没吃够呢。啊，还有点饿。斩杀妖兽的数量绝对赢不了我。是吗？那就拭目以待吧。我开始统计斩杀妖兽数量。这怎么可能？叶浩然斩杀妖兽3600只，张毅斩杀妖兽3650只，其余参赛者均是斩杀1000只以下。本次斩兽大会，张毅成功夺魁，获得先师之名，赏100000灵石。可惜了，虽然赢了比赛，但和叶浩然打得还不够尽兴。奇耻大辱，在血姬的帮助下，我还能落后张毅50只妖兽。张毅师兄逆天了，轻松斩获了魁首，名利双收，真令人羡慕呀。哎，叶浩然生不逢时啊，遇到了天赋更好的张毅。陈师官干得不错嘛。大师兄，商量个事儿，把奖励的零食分给我们一点点嘛。好了好了，回去再说，都低调些。叶浩然落败，任务完成，奖励30点法力，随机技能召唤2PG 灵气火箭筒。30点法力我能理解，相当于提升综合实力，
但是 RPG 灵气火箭筒是什么黑科技？系统召唤了地球的武器吗？失败不会是永远的，下次战斗我要让张毅死。哼，放心，今晚我会帮你复仇的。叶浩然，你丢光了为师的脸，我暗中观赛许久，都没脸出来了。你也配来讥讽我吗？堂堂天宗宗主，目光短浅，只会坐享其成，却不会培养弟子。我只问，汝与废物何异？无礼，大逆不道，简直不把为师放在眼里。师兄，你太过分了。师兄，你这是要背叛天宗的节奏啊。有朝一日，我会屠尽天下人，重建修真界。终有一天，不是我容不下这世界，而是这个世界没有资格容下我。这两个吃货居然把我迎来的灵石当零食吃，这群女修士也是人才，一个个过来庆祝我就算了，还非要喝酒，重点是不胜酒力，全都醉倒在地。难道等待将会错失啊，张毅师兄。张毅师兄，别让等待成为遗憾，他真的，我哭死。张毅师兄真乃君子。张毅，我来了。叶浩然干不过你，我血祭还能收拾不了你吗？强大的至尊圣体，这令人疯狂的血气味道。触发天命任务，降服隐身状态的敌人，成功奖励毒药含笑半步丸，失败惩罚随机失去一样器官，时限十分钟。什么情况？系统检测到了隐身的敌人。听系统这么一提，确实感觉房间气息怪怪的，而且脖子凉凉的。但是遇到未知的恐惧不能怕，必须微笑着面对它。消除恐惧最好的方法就是先发制人。被我抓到了。我好像推倒了隐身的敌人，落到了我张毅手里，是你的不幸。我居然被他推倒了。张毅的气场好强，我完全动不了。奇怪，怎么有种 Q 弹的手感？难道是我的错觉吗？滚开！灵魂状态下，张毅不可能赢得了我。哼，洞察术，附近有攻击产生的气流。被我捕捉到，应该是腿部。无耻张毅，用了什么奇怪的法术，居然能洞察到我？让你尝尝我的利爪滋味！大家快闪开！危险！啊，张师兄，我受到攻击了。原来张毅师兄喜欢。不是我干的，你们误会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师兄，你是要废立良家少女吗？谁在吵吵，打扰了我的美梦。人多眼杂，必须尽快离开。敌人的气息在那里。等等，我好像抓到了什么奇怪的东西。这一刻我如同摘了禁果的亚当，我仿佛碰到了神的力量。我还是第一次这样被冒犯。张毅，下次我绝不轻饶你。降服敌人任务完成，奖励能让人陷入癫狂状态的神秘毒药含笑半步丸。翻来了一巴掌，我又没看清长相，而且怎么突然任务完成降服敌人了？难道对方的内心已经破防了？刚才房间的气息很奇怪，应该是来了灵魂体。修仙界有很多游荡的灵魂体，他们生前是强者，死后依然具有意识，存在部分修为，不同于孤魂野鬼。原来如此，你懂得真不少，以后就叫你小爱同学或者 Siri 了。那是当然，我可是神兽白泽，通晓诸天万物的法则，绝对的学霸。
不过来者到底是谁呢？路过找茬的未知的敌人，又或者是叶浩然背后的神秘力量？有机会必须调查清楚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出去找张毅了吧？找他又怎么样？他还没了我呢。喂，喂，你这个木头，难道不嫉妒吗？不生气吗？难道你不喜欢我这个小姐姐吗？不喜欢。哦，那你喜欢男的？更不喜欢。一切都不重要。我只想除掉张毅在内的所有阻碍，迟早有一天，整个修仙界都会为我折服。都说张毅修的是无情之道，对比之下，我感觉叶浩然才是真正的无情。看样子，未来注定是叶浩然和张毅的幸运之争了。哎，终于回到道宗了。师兄回来了，听说你拿到了斩兽大会的魁首。不要靠太近，小心师尊以为大家在搞暧昧。落叶师妹，外面有什么好玩的？好玩的没有，好吃的挺多，我吃了好几头妖兽呢。哇，别摸了，人家要被玩坏了。这是什么可爱生物啊，好好捏啊。吵吵闹闹，成何体统。张毅随我来，为师有事要说。是师尊。师尊居然主动叫我，幸福来得太突然，有种不祥的预感。你能在斩兽大会上赢了叶浩然，也算是迈出了修行之路的第一步。不过对手落败后会渴望复仇，不断努力变强，所以你时刻都不能放松警惕。弟子明白。修仙界有三千大道，天才无数，未来除了面对叶浩然这个大敌，还有其他敌人，只能所求天命，追求更高的境界实力了。另外还有一事，以后别再沾花惹草，别忘了你是我月瑶的弟子，修的是无情之道。之前你和青莲道长的事情我已经调查清楚了，还没来得及找你算账。师尊难道吃醋了？吃醋？无论怎么样我都喜欢是逆徒，没想到你还是死性不改。师尊你干嘛？哎呦，师兄。哎呀，落叶，你为何站在这里发呆？有什么心事吗？大师兄，我大师兄，我被人逼婚了。喂，有话好好说呀，不要动手动脚。逼婚又是什么情况啊？我父亲来信让我履行婚约，准备十天之后嫁给大周当朝的太子。原来如此啊。张落叶是大周将军的庶女，据说被当成权力工具，从小和太子签下了婚约，看来此事是真的。大师兄，你来当我的郎君如何？这样我就有了退婚的理由。离谱，这是让我立了太子的节奏啊。没有办法了，师兄帮我一次嘛。胡来，若是被师尊知道，我们两个都要被逐出师门。张毅，张落叶，你们在干何事？在道宗左拥右抱，成何体统？师尊你误会了。师尊，我和大师兄结为了夫妻，准备回去面见父母呢。结为了夫妻。大师兄别发愣了，我们去带上白泽一起私奔吧。喂，你慢着，要走便走，你们两个归来之日就是唯我处心之时。师尊，要不要把张落叶那丫头抓回来？简直不把师父放在眼里。哼，一定是张落叶诱惑大师兄。张落叶造反了，竟然和我们抢大师兄。哼，算了，等这两个孽徒回来的时候，我自然会刑罚处置。啊，这张毅到处沾花惹草，是时候让他体验一下被别人误会的滋味了。还尽一切情债，他就能脱俗求真，明白无情修道的好处了。
你这个坑货，害我被师尊误会，这下还怎么回道宗？人家没爸爸嘛，大师兄肯陪我出来，还是心疼人家呀。造孽呀！我真被师姐们宠爱，吃香的喝辣的，结果被你们拉出来了，我只能是坐骑的命吗？死心吧，落叶！无论如何，我都不会当你郎君的。触发天命任务，扮演张落雁的郎君，帮他成功退婚，成功奖励神之笔，能具体现化物体的神笔。失败惩罚，每天被雷电袭击，实现两天。系统不做人了吗？故意想看热闹是吧？虽然奖励很诱人，但我一身正气，不会为五斗米折腰。为了奖励忍了。我说落雁娘子啊，咱们再加速一下，我着急帮你退婚。啊，好啊，郎君。秀恩爱是吧？疯狂喂我吃狗粮，把我白泽当狗啊！话说，你为什么喜欢吃糖葫芦啊？这个嘛，其实和我娘亲有关。我娘亲被人排挤，沦落成仆人。小时候，我和她住在柴房，每天做辛苦的家务。落雁长大了还帮娘干活，每当不忙的时候，娘亲就会拿出节约下来的糖给我做糖葫芦吃。糖葫芦好吃，慢点吃，还有呢。我人生第一次吃到的美食就是糖葫芦，后来娘亲中毒去世之后，就再也没人给我做糖葫芦吃了。但我最喜欢的还是糖葫芦，每次吃的时候我都想到娘亲。放心，你娘亲在另一个世界肯定好好的，你要开心点，让她看到你无忧无虑才会放下心来。谢谢大师兄，我会振作起来的。大师兄，对不起，我一次次的连累你。哎，我已经习惯了你这个小坑货。再说了，师兄保护师妹是应该的。终于到了。这里就是将军府啊。小姐回来了。她身边的那个男人是谁？好帅啊。难道是小姐在外面养的汉子吗？啊，那个人气质非凡，应该是修士。不孝女，你还有脸回来呀？哼，这野种还有八天就要婚礼了，今儿才来。哟，杂种张落雁回来了。爹，我已经和师兄喜结连理，让太子退婚吧。什么喜结连理？你们这是离经叛道。小野种翅膀硬了是吧？连你爹的话都不听了吗？让你嫁给太子就乖乖听从安排，不要胡来。一个靠皮肉上位的家伙也配说我？当年你排挤我娘，把她打入柴房，害我艰苦的生活，后来我娘中毒身亡，和你也脱不开关系。小野种不要胡说。臭妹妹，我看你是找打。落雁怎么和你娘说话的？你们莫慌，我有办法能让你堂堂正正地处置他们。控身术开。怎么回事？嘴巴不由自主地张开了。之前系统奖励的含笑换不完派上用场了。你往我嘴里弹了什么东西？娘，张毅休要放肆，别以为你是道宗大弟子我就动不了你。哇，大师兄为他吃了什么奇怪的东西啊？含笑办不完可以让人陷入痴呆状态，乖乖言听计从。爸爸的妈妈叫爷爷。娘啊，夫人。爸爸的哥哥叫叔叔，伯伯的老婆叫妈妈。臭婆娘，我问你，我娘的死当初是你下的毒吗？
是又如何？他死了，我才能安稳的上位，让你爹断绝对他的想法。什么？果然事出蹊跷。娘，我不但害死你娘，还要让你嫁给太子，当我的赚钱工具。臭女人，我要你死！娘，洛燕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后娘罪不至死吧？无能的废物，心疼你的女人是吧？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我张洛燕以后没你这个爹。今天难免一战了。你们张府还真是热闹啊！我来对时间了，洛燕妹妹何在？快来迎接你的未婚夫。听城里消息说，洛燕姐姐和张毅都来了。恭迎太子殿下。太子殿下，张洛燕杀我娘亲，你要为我做出惩治他呀。走开，本王是来找洛燕的，不管尔等的杂事。好，这就是现实吗？一条血淋淋的人命，在太子眼里什么都不算吗？洛燕姐姐，好久没见你了。多日不见，很想念沉鱼妹妹。一个张洛燕，一个沈沉鱼，这两个家伙绝对是从小玩到大的闺蜜。张毅，这就是张毅哥哥吧？我的寝宫还收藏着你的画像呢。有一说一，你真人比画像长得更帅。百闻不如一见，沉鱼公主也是倾国倾城的大美女。这个沈沉鱼是自来熟的性格呀。在斩兽大会上获得先师之名的张毅，我认得你。今天亲自来是要把洛燕托付给我吗？嗯，我是来帮洛燕退婚的，小孩子禁止早恋。本王今年16岁，是明媒正娶。再说了，我沈长卿喜欢的，谁敢反对？我反对哥哥，支持洛燕姐姐退婚。我反对，我不喜欢太子，我要退婚。沉鱼，怎么连你也反对我？哥哥没有权利逼婚，洛燕姐姐不喜欢你就是不喜欢。我被修饰以德服人，不如这样，来一轮同级的决斗啊！若是我赢了，太子解除婚约；若是我输了，我便不再多管闲事，如何？如此甚好，给你道宗一个面子。嘿嘿，我手下有高手无数，还能怕了张毅不成？我替太子来战，张毅拿命来！因为有这个道宗的张毅撑腰，张洛燕才敢杀我娘，此人罪该万死。抬走下一个。何儿，爹还千岁未见。张何也算金丹期的少年高手，竟然被一拳轰飞。张毅果真拥有化灵期的实力，我不能轻敌，得拿出底牌了。出来吧，四大金甲护卫。主修力量的历史，不能被他们围攻。排好队，一个一个来。弟弟，女儿啊，我要回家找妈妈。碎了，这是什么下三滥的打法？呵呵，不愧是师兄，够缺德。还真是有趣。虽然手段无耻，但是技巧很好，看来张毅有体术的基础。开什么玩笑，区区修士却比我们历史的力气还大。拼了，为我们的弟弟报仇。莫要忘了，力量可是至尊圣体的天赋之一。好拳脚，我来亲自挥挥你。哼 sorry， 太子也得挨打。好大的胆，直接暴打太子！啊，小伙子，你路走窄了。这就是道宗的人吗？他真的好勇。你等等，这一拳虽然重了点，但是莫名的舒服，好爽啊！比怡红院的服务还棒，本王的任督二脉舒畅了很多。对待太子这种尊贵的人物，就要用尊贵的武器。
试一试之前系统奖励的火箭筒。我去，不做人了，连法器都用上了。好快，根本来不及躲闪。师兄在放烟花吗？好舒服啊，张毅的法器居然有淬炼身躯的功效。防御好高，而且不对劲，你那是什么奇奇怪怪的表情？变态。再来，本王好久没有这么兴奋了。游戏到此结束，再打下去我怕你们大周绝后。张毅，你来真的啊？我认输。好耶，打是修养了。老哥好逊啊，和张毅哥哥比完全是自取其辱。君无戏言，履行你失败的承诺，退婚吧。沈长青是有什么挨打变强的正体吗？我手都打痛了。张毅，不是大师，易大师，您就是神呐。张毅才华横溢，身怀圣体，左右神器，还懂得战斗技巧，如此完美的男人分明是上天赐给我的引路之神呐。哼，我摊牌了，让我退婚可以，但张毅师兄必须收我为徒。嘿嘿，张洛燕和我未来的修行之路相比，还是修行更重要，必须抱紧大腿加入道宗。抱歉，道宗暂时只收女徒。既然这样，那您当我大哥吧。我没听错吧？太子要拜一名修士当大哥？一身不羁放荡爱自由的太子居然认张毅当大哥？太子殿下三思啊。我与太子不打不相识，就当兄弟一场了。之后还想探索大周皇室，和太子缔结关系，正好有了机会。太好了，大哥放心，我一诺千金，以后不会再为难落叶。师兄帮了我好几次，而我平时还总是惹祸，真不知道如何偿还他才好。退婚任务完成，奖励能现化万物的神笔神之笔。哎，系统判定任务完成，看来此事不会有什么问题了。张毅哥哥道宗只收女徒的话，我能加入吗？啊，这加入道宗就能接近张毅哥哥了。太子和公主都想赖上我吗？触发天命任务，帮助沈晨瑜加入道宗，拜入月瑶师尊门下，成功奖励50点法力，失败惩罚修行速度减缓30%，实现2天。狗系统，让我帮沈晨瑜入门就算了，还要师尊收他为徒，当我是神呐。不过为了属性奖励，为了不被惩罚，倒是可以搏一搏。没问题，我答应你，会把你引荐给我师尊。哇，张毅哥哥，真的吗？啊，我好羡慕妹妹啊，凭什么道宗只收女徒啊？太好了，以后能和陈玉在一起潇洒了。希望早点入门，好想陪张毅哥，不是陪落雁姐姐。怎么破？真是让人头大，让师尊收徒几乎不可能呢。陈玉，你离开帝都没事吧？放心，我父皇不会管的。来也坐骑，去也坐骑，啊，我命苦啊！两个妹妹在我怀里，我能波澜不惊，也称得上君子了。张毅哥哥，你的什么东西碰到我了？我身上带了很多法器，颠簸起来可能哪个碰到了。哇，好开心，和张毅哥哥天天。好饿啊，快飞不动了。啊，不行，我要饿坏了，要罢工。喂喂，振作点，别坠机啊。啊，干饭干饭干饭啊。
奇怪，我们毫发无伤地落了下来。是啊，安稳着陆。我在下面呢。好了，先在这里休息吧，你们就在此地，不要走动，我去找一些水和食物。张毅哥哥辛苦了。喂，隐疾食物不要死哦，先喝点挤出来的盐水。好饿。附近有灵气存在，原来是一处天然的灵泉。慢着，好像还有人影，是青莲道长。原来是张毅师侄啊，不得不说我们真是有缘人呢。谁泡澡还穿衣服呀，这不科学。话说回来，前辈为何在此？我追杀妖兽的时候受伤，在这片灵泉疗养。张毅师侄，上回没能水到渠成。这次你跑不了了。今天在劫难逃了，我真的要服从青莲道长了。感觉这样的话，就对不起师尊了。啊！糟了，是幽冥魔羊的声音。我先前就是被他重伤的。幽冥魔羊，那只化神期顶级的妖兽啊！快闪开！哼，再次交手。是要收了你这个孽畜。之前系统奖励的神之笔可以具现化物体，应该也能用到战斗之中。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画技了，融合地球中外古今的画家技巧，凝聚出神之画功，大功告成，此画名为细狗大黄。啊！是张毅召唤的灵兽吗？感觉哪里怪怪的。我去，看来画风差，战斗力也会很差。重来，网状是简单有效的形态，可以一试。成功了。张师侄干得漂亮，这次他必死无疑。赢了，这次多亏了张师侄相助。必须好好犒劳张师侄才行。不要害羞。糟糕，不好，我的道心要没了。师尊，师尊啊师尊，我不能对不起师尊。触发天命任务，现场写作，用文学表达对青莲道长的爱。成功奖励神级绘画能力，失败惩罚终生不举，实现十分钟内。系统的主意不错，用文学创作转移话题，可以拖延青莲道长的时间。前辈，此情此景，我忽然想吟诗一首。啊，我没听错吧？张毅要为我吟诗？我的内心深处突然悸动起来了。你之前为月瑶创作诗句，我要比他的更长，不如你为我写一篇文章吧。人都爱吃醋攀比啊，为了任务也只能想办法满足他了，不如就以莲为题来创作一番吧。有了，此情此景，我想为前辈创作一篇散文《爱莲说》。哎，周敦颐前辈借你的散文一用，多有得罪了。爱莲说，张师侄，这是要向我表白的节奏啊。水陆草木之花，可爱者甚番，诗人甚爱牡丹，于独爱莲之，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，中通外直，不蔓不枝，香远益清，亭亭净植，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。不肯亵玩吗？余谓菊，花之隐逸者也；牡丹，花之富贵者也；莲之爱，同于者何人？写作示爱任务完成，奖励神级绘画能力。张师侄文采斐然，能引发灵泉开花，简直文圣在世。最重要的是，这篇爱莲说是写给我的，实在是幸福的惊喜。从文中我已经感受到了张师侄的爱，不过嘛，不
许还可以更深入一些。怎么创作之后前辈更兴奋了？沟壑难平，文章无法满足青莲道长啊，我张毅要沦陷于此了吗？青莲，你可以得到我的人，但无法得到我的心，为了师尊必须拒绝他。那我问你，如果你喜欢月瑶十分，喜欢我有几分？五分。我只有他的一半吗？不，我要全部。我去，你属母老虎的吧？怎么咬人啊？疼疼疼。迟早有天我会靠真心得到你。我去，怎么随手乱丢人？月瑶能让你心动，我青莲以后一样可以。完了，被青莲道长盯上，以后没有好果子吃了。幽冥魔羊的尸体留给你，我只要那丹，来日再相逢啊！我是要让你死心塌地地屈于我手中。我怎么感觉有些失落呢？或许下一次我道心沉沦，就经不起青莲道长的诱惑了。我回来了，给大家找来了食物。张毅哥哥终于回来了。大师兄离开这么久，原来是去打猎了呀。张毅哥哥的身上好像有女人的味道。荒郊野外的，我怎么可能碰到女人？我去，沈晨玉开玩笑的吧，鼻子这么灵。是说谎的味道。好了，陈宇，别胡思乱想了，来，大家一起烤肉吃。张毅哥哥到底去找谁了呢？好耶，今天吃烤肉。什么烤肉？张毅哥哥不对劲，肯定有问题，必须找到张毅哥哥的弱点，然后作为把柄去提任何要求。我的师姐们呢？好想被投喂。还是道宗有家的感觉。哇，这里就是道宗啊。希望别被师尊发现，这次回来肯定要受刑了。大师兄他们回来了。听青色等烟雨，而我在等大师兄。哪里来的小妹妹呀、啊、好美。一定是探图师兄美色的人。白泽宝宝，你终于回来了。还是各位好姐姐心疼我。我是来自大洲的沈晨宇。大师兄，几天不见，你好像更帅了。大师兄，你瘦了，晚上做面给你吃，补补身子。大家小声点，别惊动了师尊。洛言，你背的是什么呀？吃剩下的一些羊肉，大家感兴趣的话分给你们一些。张毅，你不是和落雁喜结连理回去见家人了吗？怎么还要脸回来？师尊，这一次死定了，师尊想刀刃的眼神已经藏不住了。哇，师尊好美，本来入门是为了张毅哥哥，但看到月瑶师尊，我突然想变目标了。师尊，张毅哥哥之前出去其实是帮落雁姐姐退婚的，还望师尊明察秋毫。你是何人？我是师尊的迷妹，大周的公主沈晨宇。张毅哥哥说要把我介绍给师尊当徒弟。完了完了，师尊现在这么生气，收徒的事情肯定要泡汤了。晨宇妹妹，不要哪壶不开提哪壶啊。哼，张毅和落雁的事情无论真假都已经违反了门规，还没来得及算旧账，又想让我收徒弟，你觉得可能吗？这次处刑你们两个都躲不过的。师尊，师尊，师尊，都怪我多嘴，还张毅哥哥和洛阳姐姐被处置了。莫要叫我师尊，我月瑶还没有承认你这个徒弟。师兄对不起，连累你和我关着。哎，算了，我之前还表白师尊呢，他只是关押我已经很客气了。
帮助沈晨瑜加入道宗，拜入月瑶师尊门下，成功奖励50点法力，失败惩罚修行速度减缓30%，剩余时限16小时。唉，剩余时间不多了，沈晨瑜的拜师任务怕是要失败了。师尊真的要放弃我了吗？好不容易来到道宗，最后却是这种结果。这丫头从黄昏跪到现在，真有耐心。她是大周的公主，好像是想拜师。也不知道张毅哥哥和洛言姐姐现在怎么样了。沈晨玉居然还在外面跪着，毅力还挺强的。话说回来，这个雨中场景让我想起了当年。我叫月阳，我求求各位修士大人，我想加入道观学习，这是我存的学费。滚呐！哪来的小乞丐啊？这点钱也想修行啊？就你还想求道？笑！钱归我们了。我不会放弃修行的。是最坚强的，我不要哭，我要生存下去，哪怕进不了道观，哪怕只能靠自己，我也要坚持修行。啊，再回首，岁月已经过了这么久，沈晨玉真的想成为我的弟子，就必须有坚定的道心。你为什么想加入道宗？师尊，我原本入门是为了月瑶师尊和张毅哥哥，但现在我有了新的目标，为了修成大道。哦，道宗雨后积水太多，需要人清理。师尊放心，我去扫。太好了，师尊接受我了。处理完沈晨瑜，该找张毅和落雁算账。这两人气息微弱，难道在乾坤袋里窒息了吗？两个孽徒，给我出去！呀！啊！师尊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和师兄睡得好好的，居然被师尊吵醒了。罚你们两个孽徒陪沈晨玉一起扫地去，道宗后续的杂物就交给你们处理了。这沈晨玉拜师任务完成，奖励50点法力。太好了，我们可以一起扫地。是呀，太开心了。谢师尊包在我们身上。任务完成了，看来师尊暂时接受了沈晨玉。这还是惩罚吗？怎么感觉几个小家伙挺开心的？扫地也是修行的一部分，我要加油，不能在张毅哥哥面前丢脸。唉，我身为大师兄，却沦落成了扫地的仆人，惨啊！陈云妹妹真努力，不像我只会划水。大师兄，我们来帮你扫地啦！同门师兄们就应该同甘共苦。太好了，终于有帮手了。还是不用了。张毅哥哥是海王吗？怎么这么多妹子接近他？忽然感觉我好像在奖励张毅，我开始有拔剑杀人的冲动了。大师兄，让我来，我先到的，我来。你们不要过来啊，我怕师尊误会。天天都有师妹抢着扫地，这样的生活太枯燥了，好想出去历练。左拉右扯，成何体统？师尊，我刚才是和师妹们扫地运动，探讨修行心得，您不介意吧？完了完了，又要被师尊误会了。没错，师尊，我们刚才在一起扫地运动。
师尊，大师兄很正经的。哼，我还有正事，这次放过你们。张毅听好了，最近南部的大蛮境地开启，宝物不断现世，引起大量强者前去夺宝。据说蛮王血也在境地出现，此物对你很有帮助，能激发血脉的力量。所以师尊想让我去争夺蛮王血吗？没错，一个月内必须拿到蛮王血，顺便还要带上陈鱼和落雁历练。我愿意前去，唯有早日成长，未来我才能守护道宗，守护师尊。如果拿到蛮王血，我一定能超越化灵期，直接爽快升级。这是补气的丹药，路上拿着。啊，师尊还是疼我的，难道这就叫不爱吗？少贫嘴，快出发去大门，否则把你打入地牢。知道了，我懂师尊的心意。能陪张毅哥哥出来历练，真的好开心。既然已经入门，就叫我大师兄吧。哇，好像快到大门城了。还真是开放，蛮族土著、宗门修士、妖魔异族、三教九流齐聚一堂。不论去哪里，只要跟着张毅哥哥一起问道修行，就是最幸福的。好嫩的美男，堪称上等的鲜肉。小哥哥，能不能让姐姐检查一下身体？哪里来的两个疯子？不认识啊，先找个饭馆吃饭去吧。竟敢无视我们，臣服，做我们的奴隶。给我站住，否则杀无赦，骨灰都给你扬了。丑啊，这一掌很痛，但是莫名的爽。是收礼，他心疼我们，主动收敛了一部分力量。圣女大人，请帮我们做主。那个张毅欺人太甚，他贪图我们美色，还想非礼我们。刚才我已经看出了一些端倪，冒犯道宗的张公子在先，还有脸告状。你们这是想引发妖族和人族门派的斗争，罪大恶极，理当处死。仅仅靠桐树竟然能让两名妖女毙命，这个陈小葵应该和我一样也是化灵期的实力。两个不长眼的手下已经处刑了，接下来该和张公子商量合作的事了。想必你和大家一样都是来寻找蛮王血的吧。秉公行事，连自己手下都不放过，陈小葵是一个值得合作的狠人。谢狐狸，不是三狐狸，你离我大师兄远一点。天泽，抗议，放开你的狗爪，不要干扰我大师兄的道心。狐狸，你这是在玩火，和我合作你要付出代价的。代价吗？我们可以互相满足，你帮我寻找九尾圣域，我帮你寻找门王旭。张公子意下如何？张毅真强硬，好有男子气概。丁，触发天命任务，和陈小葵合作，满足各自的需求，成功奖励60点法力，随机 S 级技能书乘2，失败惩罚直接性转，身体变成女妖精，实现3天。我去，惩罚也太变态了吧！系统绝对是有什么特殊癖好。话说奖励这么丰厚，一定是系统预测过，知道目标很难达成。和你合作倒也不是不可以。张公子怎么有些犹豫？难道我的诚意不够吗？今晚三狐狸太过分了，你想带坏我师兄吗？
我大师兄道心的人都得死！放开人家，我不是武器啊！喂，你来打我呀？我就要挑逗张毅公子。来呀、啊，快活啊，来陪人家玩耍。骚狐狸，招打！我要打死你！一切都是为了宗门利益，大家忍一忍，以和为贵。还要不要妖脸了？太让我失望了。陈小葵，你身为妖族，怎么能和人族的男性勾搭？重点是他长得还比我帅，实在是可恶可恨。这又是什么鬼？哪来的虎头和羊肉火锅啊？是妖族的人。都给我礼貌点，看清楚了，老子可是妖族第一纯情美男。虎子，休得无礼，我和张毅公子合作，轮不到你这个妖孽来反对。你叫他张毅公子，却叫我妖孽。老大，我们帮你收拾这个不长眼的东西。愚蠢的人类啊，准备受死。这种小喽啰交给在下白泽吧。阿里个头，美羊羊撒。该死的狗头萝莉，敢杀我的羊，你们这是在老虎头上拔毛，太岁头上动动。胡子，你这么胡闹是想挑拨妖族和人类势力的争斗吗？陈小葵，你居然打我，连我爸爸都没打过我。好了，张毅公子，我们去酒馆一叙，商量合作的事宜。好吧，这个陈小葵的手段真狠，看得出来是个想做大事的女人。洛燕姐姐，妖女对大师兄不怀好意，绝不能让她得逞。哼，到了酒馆我要疯狂点菜，好好敲诈她。好耶，可以去干饭啦。张毅，和你势不两立。妖族的朋友，你应该是张毅的仇人。你们是？好强大的气息，来者不是善类。火龙族和你们妖族的关系不错，不如一起联手对付张毅。你是龙天一？听说阁下最近在挑战各大高手，以此来提高龙族的威望，难道你把张毅也当做了战斗目标？不错，所以我要你当我的鹰犬，并为我去开路。好强大的威压，居然让人忍不住下跪，张毅注定要败给他了。好好吃啊。好好吃。陈小葵，这次先原谅你，菜的味道不错。慢慢吃，还多着呢。喂，洛言姐姐，你怎么可以被这点食物征服呢？奇怪，总感觉这附近有杀气，那是叶浩然。看来张毅的观察能力有所退化，现在才看到了。这次来大蛮，我不但要夺到蛮王序，还要打败张毅，一雪前耻。小浩浩，你和张毅真是冤家路窄呀，好想看你们相爱相杀的样子。住口！我和他只有相杀的份，而且光天化日，安全起见，你最好不要现身。哎呀呀，不容易呀，你还心疼姐姐我呀。公子，你在看什么啊？没什么，如果说青莲道长是放的，那陈小葵就是毫无尺度了，这谁顶得住啊？话说陈圣女的气质让我想起了苏妲己。苏妲己是谁？有我美吗？怎么有种恋爱的味道，恶心心。别傻了，干饭才是王道。张毅何在？吾乃龙族圣子龙天一，特来约战。嘿嘿，张毅要挨揍了。是龙族的人啊，快走。约什么战？我只和美女约战，对你这个鹿角精没兴趣。鹿角精？虎子，
是你把敌人引到这儿来的？陈小葵，你的张毅公子要受苦了。老子可是龙族，懂吗？管你什么族，不就是想打败我，然后扬名立万吗？哎呀，张毅貌似被人找茬了，你不去看热闹吗？哼，静观其变就行，我们找机会出手干掉张毅。叶浩然也被我打败过，他是重瞳圣体，也是化灵期的高手。叶浩然，你先打败他，再来找我吧。我们人族决斗都是循序渐进。叶浩然，他曾经击败过我龙族的九太子，也是我们龙族的宿敌，可惜我还没有见过他的真人。相比张毅，叶浩然确实更可恶一些。真不巧，你说的叶浩然就在那里喝酒。道中的人这么喜欢栽赃吗？想嫁祸于人也不用这样吧。张毅这家伙竟然想阴我。是不是叶浩然？来试一试便知道了。如此强大的血气，一定就是叶浩然了。围观也能被误杀，我这是倒了什么邪霉？叶浩然又如何？你以为你的对手是谁？老子可是龙天一。张毅公子还真是绝活啊！打起来！打起来！打起来！叶浩然这次遇到强敌了，最喜欢看人互撕了。龙天一，清醒一点，我们的对手是张毅。哼，你才是龙族的敌人，旧账还没算呢。小心龙天一削弱你的实力之后被张毅趁虚而入哟。事到如今只能这样了。重瞳开暴雪之术。大家小心，叶浩然疯了吗？居然在封闭的场所释放大规模的法术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哼，张毅，龙天一，下次见面就是你们的死期。也不知道张毅的情况如何，希望别炸坏了。以后有机会还打算和张毅深入交流呢。有惊无险，还好我施展了护身术。我白泽果然是天选神兽，居然没死。公子真有安全感，还得是大师兄啊。呜呼，听到了，我和张毅师兄贴贴了。大师兄，你是故意把火照开的这么小的吧？圣子，你还好吧？都放开我，老子没死。张毅，给我洗干净等着，我收拾完叶浩然就回来干掉你。说走就走嘛，你好歹也是龙族圣子，必须留下点什么。我去，竟敢阴我。让我看看你身上有什么宝物没有。跟着张毅师兄学做人，披热龙族最爱藏宝啦。修道纸打个结很正常。你们要干嘛？让我看看。一哥不要啊，我身上什么都没有啊。这还是道宗的人吗？道宗不是讲道德的吗？对于这种卑劣的行为，我只想说，张毅公子打劫下我一个。别翻了，人家已经什么都没有了。哎，太小了，只好炸了点极品龙血。白泽只打劫到了空气，就这么点钱？龙族真穷。从他体内抽出来的神秘绳子还挺有弹性。龙鳞可以拿来炼药。正义，你这个挨千刀的混蛋，我跟你没完。这就是龙族啊。这一刻我龙族的尊严荡然无存。总算到了禁地，大蛮禁地开启是天下皆知的事，这里本该热热闹闹的，
却没想到横尸遍野。小心为妙，这些人肯定是遇到了什么强大的魔物。人生在世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走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帮他们保管生前的东西。大师兄太过分了，有钱一起赚啊，这些宝物都要给大师兄充公。不想努力了，只想当一只白嫖怪。大家小心，这不对劲，好像有死尸复活。见鬼，诈尸了。陈琳妹妹快走。大家先撤，别忘了带上宝物。这里有一处大殿，快进去避难。是僵尸，外面的死人应该就是中了他们的尸毒。好可怕，完了，我们被围堵了。大师兄，你好像把我们带到了怪物老巢。放心，这四个僵尸只有金丹实力，还打不倒我们。我们一起对付他们。宏伟术复术，干得漂亮，该我展示真正的技术了。诗仙剑诀，影剑术，十步杀一人，千里不留行。一剑秒杀四个金丹僵尸，张毅公子的剑术水平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。大师兄，那里有个传送门，应该是禁地的宝库入口。守护的士兵死后，入口失去了控制。我和陈小葵一探究竟，你们暂时守在这里。大师兄放心。不好，那些僵尸追过来了。我们不能拖累师兄，也要战斗起来。这次我们不能给师兄丢脸。沈晨瑜的能力会是什么呢？以武之名开启召唤，神兽白虎。白虎，给我养他们。这是传说中的白虎吗？我读书少，你别骗我。他比我还小啊。哎嘿，巨化兽能变大武器，应该也能把动物变大。哇，好巨猛啊！猫猫，哦不，是白虎，给我冲，喂你吃小鱼干。小白虎加油！太好玩了，我们继续丢食物过去。空间门里面果然是藏宝的地方，小葵，你翻翻看，有没有我们需要的东西？我负责巡视，总感觉这里有杀气。你小心为妙。那是。无聊的人呐，就不能让本王死后安息吗？把闯入本王陵墓的人都得死。蛮王胸口的玉石，应该就是蛮王血。小心应战，他们的实力应该是元婴初期，胜了我们一筹。出来吧，大满的士兵们！玩召唤术是吧？我用手中的画笔会一会你。去吧，火柴人大军，虽然战斗力一般，但我们人多力量大。这就是传说中的群殴吗？没错，月瑶师尊教过我，打不过就要群殴。哼，小打小闹吧，你们真正要面对的是这一把杀了数万生命的屠城巨斧。分开行动，蛮王的气力太强，不能和他硬拼。我绕开吸引他的注意力，趁着闪躲的时间正好施展捆仙术。小葵，快进攻。明白。两个卑鄙的家伙，好机会，飞剑。
不不，我还想再活500年。终于拿到了梦寐以求的蛮王血，看来蛮王血是他的核心，失去后就彻底没了生命的支撑。九尾圣域果然就在蛮王的陵墓里，我利用血脉之力的感应轻松就找到了。当年蛮王入侵狐族，夺走了这件宝贝，如今被我拿到，也算是失物回归。合作夺宝任务完成，奖励60点法力，随机获得 S 级技能乘2，召唤灵气炸弹，释放灵气组成的炸弹，造叙述，可以将敌人随机变成小动物。啊，丢炸弹和把人变成动物的技能，看来系统是一个整人专家呀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张毅，乖乖交出蛮王血吧。哎呀，多亏了龙兄的龙族传送术，才能顺利到达这里。哪里哪里，一切都是为了蛮王血和其他宝物。又见到张毅了。糟糕，大战结束，法力消耗严重，恐怕难以对付这两人。好家伙，你们这是狼狈为奸了呀。我和龙兄不打不相识，是难逢的知己。是啊，浩然兄以后就是我大哥了。必须好好利用这个龙天翼。如果不是为了宝物，才不会和叶浩然合作。那就拿你们这对难兄难弟来试一试我的新法术，召唤灵气炸弹。龙兄，借你身体一用。叶浩然，你表面兄弟。啊！很好，龙天一的使命完成了。拿人挡招，不愧是你叶浩然，可惜你还是太大意，乖乖当畜生吧。造畜术。糟了，小浩浩啊，变成狗了。张毅哪里学来的邪术？叶浩然，你也有今天呢。以后大家就是同道的妖族了。站住。好玩，小浩浩加油。耻辱，我叶浩然潇洒一世，何时被人当成狗一样追。血瞳开。啊，成功了，挣脱了控制，躲开。啊，张毅公子好帅。我看到张毅抱着其他女人，为什么会莫名的羡慕呢？甚至还有点吃醋。啊，什么情况？应该是受到打斗影响，这里马上就要坍塌了，准备走。张毅，下次绝不放过你，是要夺回蛮王血。休想逃，这次出来师尊把乾坤袋借给了我，现在派上了用场。乾坤袋开。不好，狙击。哎，叶浩然没事，倒是收入了什么奇怪的东西。张公子快走，牵上我的手，这里快毁了。大家快走。主人，大师兄。还好我们把宝物都拿出来了。话说回来，乾坤袋里这家伙是谁啊？这完了，力量被削弱，直接现形被看到了。哎呀，哼，张公子的女人缘真好啊。嘻嘻，大师兄从哪里拐骗来的美女？她好像没有生命气息，是灵魂体。她应该是叶浩然的守护灵。人家只是被误伤的无辜灵魂，你们应该放了我，然后去抓叶浩然。来都来了，就别想走了。
留着你有用，还要打听关于叶浩然的情报，好好待着吧。轻点儿，你弄疼人家了。张毅公子，是因为这是一个美女，所以你才收留她的吧？哪有，我是那种好色的人吗？我是为大局着想。哼，得了吧。我听说有些男人的癖好很特殊，喜欢各种异性，连鬼都不放过。好了，别瞎想了，安全起见，我们早点离开吧。今天搞了这么大的动静，肯定惊动了不少人。哼，今日一别，不知何时再见。伸出你的手指，我要帮你加强一些记忆。搞什么，想学小孩子一样约定拉钩吗？陈小葵貌似喜欢上我了。我要让你永远的记住我，让你明白我和别的女人不一样。我去，你属狗的吧？想留下深刻印象也犯不着咬人啊。我们也给大师兄留点印象。嗯呐。喂喂喂，你们都不做人了是吧？啊，我因为不够变态与你们格格不入。张公子，有缘再见，希望你不要忘了我。我怎么能忘记你呢？下次再见，陈小葵。嗯，渣男师兄。恭喜大师兄夺得蛮王血，沉鱼落雁，魅力无限。哎，要不要这么热情啊？去，还不是你平时知道的他们组的什么啦啦队？他鼓励大家穿短裙。各位师姐，我这次历练得了不少宝贝，正好分给大家。这分明就是收买人心啊。陈鱼妹妹其实心地挺好的。以前是我们误会陈鱼师妹了。谢谢陈鱼师妹。道宗张毅何在？还我儿子命来。嗯，张毅，你在大蛮境地夺宝就算了，为何还要杀我儿子？张毅，没想到吧，又回来了。叶浩然，你这只蟑螂命挺硬的，而且玩得一手栽赃好戏。龙天一是谁害死的，你心里没数吗？哼，铁证如山，人就是你杀的，多亏我冒着生命危险才把龙天一的尸首带了回来。张毅，我要让你血债血偿。休杀我徒，龙族爬虫竟敢在我道宗放肆。好快的剑，五行仙子，你徒弟杀我孩儿，你难道要包庇吗？哼，如果龙族和道宗结下血仇，就会变得好玩了。你，师尊莫慌，我来解释。身正不怕影子斜，这块是留影石，我拿来记录了当时的情况。此物可以证明我清白，完全是叶浩然拿龙天一的身体当肉盾，才害死了他。哼，无稽之谈。当时战斗混乱，你怎么可能记录？哼，对付你这种小人就要多一个心眼。而且别忘了，你的血迹在我的乾坤袋里，也可以说出一些真相。我其实想问叶浩然，你有没有在意过我，哪怕一点点？你这次来是什么目的？究竟是来救我的，还是单纯为了报复张毅？啊，唉，雪姬还是这么在意我对她的感受啊。这几年来她一点都没变。雪姬，你真的讨厌，为什么每天都跟着我？因为人家喜欢你这个弟弟啊。你身上的血气很好闻，活在你心里什么地位？不如你叫我姐姐吧，我能帮你变强呀。不用你管，我只想靠自己的力量变强。糟糕，砍柴师傅扭伤的肩部又开始疼了。你连普通的伤痛都无法克服，我来帮你治疗，以后跟着我训练，你一定会从砍柴的入门弟子变成厉害的天宗的大师兄。谢谢雪姬姐。雪姬，既然你想知道，
那我告诉你，这次来我是为了救你，你在我心目中一直都是最好的姐姐。姐姐，原来我在他心目中是姐姐。我对叶浩然确实更像是姐弟，而对张毅却是一种特殊的感觉。狗贼叶浩然，你竟然敢抢我的女人，不是抢我的乾坤袋。活得不耐烦了，竟敢抢大师兄的东西。张毅好像很在乎乾坤袋里的女人，这逆徒，我为他着想，把乾坤袋给他防身，他却拿来装女人，到处招蜂引蝶，哪还有什么修道之心。叶浩然那般行为，看来真是害我儿子的凶手，绝不能让那个小兔崽子跑了。爹，我这个乖乖，不要吓为父啊，你不是死了吗？我去，诈尸了。我之前为了保命被迫用了假死之术，现在身体已经恢复很多了，是之前对付张毅的时候叶浩然的家伙故意坑我的。我们去追那个家伙算账。已经来不及去追了，你们还是留在道宗和我算账吧。叶浩然价值不大，这两个才是金主。龙天一之前冒犯我，还想过杀我，你们说怎么赔偿我的精神损失费？说人话，什么叫精神损失费？年轻人看好了，我现在就大摇大摆的离开你们道宗。我道宗以德服人，你想走的话就必须和我们讲道德。月瑶大佬，有话好好说嘛，何必拔剑相向。快打钱，快打钱，龙族必须要有诚意，否则我道宗再无尊严。那就别废话，打钱。出龙血，挖龙筋，交出所有财宝。这就是道宗的以德服人吗？爹，我们不服的话恐怕就要成死人了。不是吧，连衣服都要抢？做龙要有诚意，宝贝都交出来。爹，快走吧，感觉龙族的脸丢光了。儿子别怕，大丈夫能屈能伸，咱们先服软。哇，发财啊，好的宝物啊。哇，不错不错，都是有用的宝物。我好像带坏了这帮徒儿。月瑶，你等着瞧，下次指定给你好果子吃。下次多带点宝物，道宗永远欢迎龙族。慢走不送，欢迎下次光临。张毅，你既然拿到了蛮王血，就尽快的利用起来。嗯，只要炼化了蛮王血，一定可以达到元婴期。今晚来找我，我助你一臂之力，帮你炼化蛮王血。哦吼，徒儿领命，呼呼起飞。师尊让我晚上找他，妥妥的是在暗示啊，我要好好表现，不能让师尊失望。为何逃来天宗？你不是已经叛离出门了吗？哼，我有自己的决策，正在下一盘很大的棋。虽然前途重要，但满脑子都是这些就很无趣了。白天救我这个姐姐估计也不是真诚的。果然是你，方才就听到外面有动静。孽徒，你还有脸回来啊？不尊师重道，蛮王血也没拿到，浪费了好好的重瞳圣体。师父教训的是，这次徒儿回来就是来给师父认错的，我夺了蛮王血准备献给师父。什么蛮王血？不错嘛，徒儿快快行棋。那蛮王血何在？如果用蛮王血淬体，未来肉身就能更好地抵抗雷劫了。还请师父过目。叶浩然没有使用灵气的迹象，看来没什么敌意，是真心献宝。师父，收下这份大礼，
上徒儿的孝心吧。你这是以前我送你保护自己的风铃刃，孽徒，你还是死性不改。我这是自掘坟墓啊。风铃刃可以镇压灵力，完全使不出力了。只会坐享其成的人还有什么价值？你不配做师父，不配当天宗的宗主。很好，成功控制了这个老贼的心智。小赫赫，你终于有点要做大事的感觉了。见证我的伟大崛起吧。我利用周帝这个老贼，必然可以控制整个天宗。等到我势力扩大后，张毅所在的道宗还有帝宗封城什么的，统统都要臣服。嘿嘿嘿，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。师尊居然让我来月影峰找他，不过这里夜深人静，正好和师尊促膝长谈。你总算来了，迟到是要受惩罚的。师尊怎么会忍心惩罚我？大家都是明白人，快点敞开心扉，直接说正题吧。那就坐吧。什么？我的妈呀，师尊好直接啊。你脑子里在想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？我是让你坐到地上，然后炼化蛮王血。我知道了。还有，让你晚上来是有道理的。蛮王血有很强的阳性气息，怕你承受不住，必须要有阴性的气息中和。而月夜阴气旺盛，是炼化蛮王血的绝佳时刻。我现在就布阵，助你收集阴性气息。太阴接引法阵，开！附近的阴性气息正在疯狂涌来，开始炼化。师徒搭配，修行不累，有师尊的帮忙，简直小菜一碟。在阴性气息的推进下，蛮王血的纯阳之气融入了体内，身体吸收后，这些气息全部转化成了修为，综合实力正在不断飙升。终于吸收了蛮王血，虽然没有达到元婴期，但是晋升到了化灵级巅峰，借这个机会或许可以演一演师尊。啊，师尊，我好像走火入魔了。张毅，糟了，这孽徒一次性的吸收了太多气息，身体恐怕难以承受。呼呼，成功接触到了师尊。我房间有疏通气息的丹药，应该能帮到张毅。师尊，今天我就是你的人了。是师尊的房间吗？好香啊。不对劲，这逆徒的血脉还在运转，一定是用了屏蔽气息的法术，故意哄骗我。是时候给他点惩罚了。我的手好像被骨折了。今晚就惩罚这逆徒在地上睡觉，让他好好反省自己。什么情况？师尊不按套路出牌啊，不是应该好好关心我吗？难道师尊已经发现我了？如果发现我，为何不拆穿呢？难道暗示我主动出击？头好痛啊！该死，我还是太怂了，没敢染指师尊。不过真的碰师尊，我恐怕会被打死吧。原来师尊睡觉是这个样子，真是让人想入非非。师尊，地上睡得很舒服吧？你装死的事，以为我没发现吗？还请师尊恕罪，是弟子错了。完了，这次被师尊演了。不过话说，你吸收了蛮王血，却没有晋升元婴期，还真是出人意料。看来至尊圣体非比寻常，讲究的是稳固修行，
徒儿一定会继续努力。正式说完，该说你的罪行了。你多次沾花惹草，还装死愚弄为师。最可恨的是，你昨天过于大意，让叶浩然拿走了乾坤袋。妈呀，不对劲，师尊是在制定罪名，准备拿捏我呀。而且昨天叶浩然抢走乾坤袋，师尊没有阻止，难道是故意送走乾坤袋里的血迹，不想让我和他有什么交集？师尊的套路太深了，我还是太嫩了。说说看，你如何谢罪，怎么补偿，否则为师绝不原谅你。若是说不出来，就关你禁闭，让你天天睡地牢。我以后不再主动沾染什么胭脂俗粉，还会找到叶浩然夺回师尊的乾坤袋。完了，我已经被师尊拿捏死死的。你对于女人的承诺，我只当听了个笑话。至于乾坤袋，只是个普通法器，拿回来这一件东西还不够，必须让叶浩然和天宗十倍偿还，拿出更多宝物。放心，师尊，我会拿到想要的一切。还是师尊狠呐、啊，这是敲打整个天宗的节奏。正好叶浩然抢走乾坤袋，我有了充足的进攻理由。很好，不愧是我月瑶的徒弟。记住，以后要道心沉稳，避免贸然行事，学会占据有利的优势。师尊，情况不妙，天宗的人来进攻道宗了。怎么回事？哇，大师兄在师尊的卧室，还和师尊这么亲密，难道刚做了什么刺激的事情吗？天宗来得正好，这下消灭他们的理由更充足了。既然送上门来了，那就不客气了。击退来敌！天宗的弟子都疯了吗？一窝蜂的来进攻道宗，他们应该中了什么邪术，浑身带着魔的气息。管不了那么多了，我们现在动，大家摆好宴席见证，这样可攻可守。嘿嘿，我可是精通各种知识的神兽白泽，指挥一帮修士小姐姐打架还是简简单单的。听从白泽宝宝的指挥。你们怕是失了智，竟敢侵犯我道宗。是我大师兄和师尊他们来了，太帅了，战斗力瞬间飙升。就凭这群鼠辈，来了也是送死，发起反攻，然后荡平天宗。天宗这帮人浑身血气，一定是被叶浩然控制了，所以才来进攻道宗。无形仙子月瑶，你终于冒出头了。啊！今日我便要手刃你们。不是吧，叶浩然的家伙这么强，连他师父都控制了，一定是用了什么花招。失去理智的周帝实力提升不少，绝对不能小视。呀呀呀，我说老女人啊，打架怎么能不叫我帝宗的人呢？青莲道长，他来了。青莲妖婆，你是来帮周帝的吗？老女人，这次你格局小了，我是听说天宗进攻道宗，过来帮你们的。啊？无论怎么样，唇亡齿寒的道理我还是懂的，不可能让天宗势力壮大。不用你这个妖婆插手，对付周帝这个疯子，我一人足矣。那好啊，你自己对付吧，我带着张毅师侄双飞去天宗偷家。啊！混蛋老妖婆，你不是来帮道宗的，分明是来抢我徒弟的。青莲妖婆，你给我等着！抢又怎么样？这次我青莲不做人了，你能奈我何？有话好好说啊，还有，你飞得慢点啊！这次去天宗的行动，一切都得听我的。等完事后，我给你特殊奖励。好啊，你小子学坏了，给我画饼吗？不过我同意了。好期待特殊奖励是什么？嘿嘿，有青莲道长这个听话的前辈跟随，天宗这次指定要完蛋。以后我就是天宗的宗主了。你确定周帝和那些弟子可以拿下道宗吗？哼，就算无法拿下，也能对张毅的道宗造成伤害，反正别人的生死和我叶浩然无关。你不用隐藏身形了，我要你堂堂正正的活着，让天下人知道
你是我叶浩然的军师。切，什么军师啊，不叫姐姐了吗？话说山门你做好防护了吗？小心别人偷袭啊。细节我都考虑到了，防护做得很好，连一只蚂蚁都进不来。报启禀叶宗主，有人偷袭后山的藏宝阁。什么？这必须阻止张毅，不能被他占了便宜。不是来天宗杀人的吗？你怎么又盯上了宝物？别总打打杀杀，好好收集宝物，闷声发大财。天命系统自带储存空间，正好拿来装宝物。对对对，你说的都对。为了张毅的特殊奖励，霍神簪。张毅，你好大的胆子，和我玩偷袭是吧？张毅，我们又见面了。红眼怪和血姬小姐姐，你们来的可真快。触发天命任务，任务夺回乾坤袋，成功奖励40点法力，失败惩罚让青莲道长陷入疯狂，疯狂非礼宿主，实现1小时。只是夺回乾坤袋，任务失败是被青莲道长非礼，这简直是系统给我的福利呀。三脚猫水平的杂鱼也敢来挑衅，敢动张毅一根汗毛试试看。哼，你以为天宗没人吗？出来吧，天宗四大长老。赵世侄，那几个老家伙比较棘手，由我来对付，你来压制叶浩然和那个女鬼。前辈放心。张毅，如今我的实力已经接近元婴期，不是你能抗衡的，准备受死，见证我的。施法太慢了，差评。你以为你施法的时候对手会愣在原地等你放大招吗？张毅，你这卑鄙的家伙算什么震道之人？你这个欺师灭祖的东西，不配和我讲什么道义，只要能打败你，什么手段都无所谓。你这家伙有完没完了？直接用拳脚吗？看来他们真的急眼了啊！本来还指望他们握手言和，以后一起合作呢。张毅，一定要坚持下去，等我收拾完这几个老鬼就去帮忙。红眼狗，这里施展不开手脚，有种我们到外面。叶浩然已经失去了理智，是时候动用计谋了。你这红毛怪，给我站住！别追，小心有诈。叶浩然完蛋了，我提前在附近埋下了灵气炸弹。啊，这是小浩浩。混蛋张毅，你竟敢暗算我。败者石沉，怪就怪你自己太笨了。小浩浩，你没事吧？我要宰了张毅。雪姬，还愣着干什么？你还不出手吗？我对张毅出手这种事，我居然不忍心。不管如何，先把乾坤袋交出来，我可以考虑留你一个全尸。系统任务要紧，得先办正事。休想！乾坤袋在这里，给你，不要伤害叶浩然。夺取乾坤袋，系统失败。我操！血姬主动交出乾坤袋，系统居然判定任务失败。失败惩罚，青莲道长陷入疯狂，强行非礼宿主。不过青莲道长非礼我这种事情好像不算什么惩罚，分明就是大大的奖励。疯狂状态开启。我中了什么诅咒吗？心神开始不受控制了，突然想和张毅比翼双飞。滚开，别拦着我去找张毅师侄。什么情况？张毅，你只属于我，来一起策马奔腾，尽情的共享人世繁华吧。师侄太狂野了吧。前辈自重一点，我们先去解决叶浩然。你逃不掉的，
光天化日之下，你想干嘛？好机会，我们快走。张毅，我一定会回来报仇的。张毅师侄，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了。冷静点，我们先别让叶浩然跑了。该死的天命系统是用了什么能力，让青莲道长如此疯狂？别人我不管，我的眼里只有你，只有你让我无法忘记。痛快的尖叫吧，你叫得越狠我就越兴奋。我操，你是什么变态魔鬼？哦，怕疼？那就来点温柔的。你又想耍什么花样？你最好不要动，听从我的摆布。青莲道长这是来真的呀。你怎么和狐狸陈小葵一样都喜欢咬人呢？接下来该咬什么地方呢？咬个屁呀、啊、你变态的水平真是与日俱增。你不要过来啊！站住，你休想逃。周弟，你终究不是我岳阳的对手。师尊好厉害！我之前好像遭到暗算，被叶浩然那个孽徒控制了心智。少装蒜，无论是何原因，天宗侵犯道宗都已经是事实，你贵为天宗之主，必须以命谢罪。月瑶仙子请冷静，我愿意俯首称臣，赔偿天才地宝。师尊快救我啊！总算安全降落。好像压到了什么东西。师尊，青莲道长疯了，快出手压制。就算是天涯海角，老娘也要追到你。老妖婆，你还敢回来我道宗？谁都别想阻止我得到张毅。给我死！我闪！想和我抢张毅？青莲，你色心太重，我帮你降降火。挡我者死！啊！看来师尊和青莲道长难免要有一场大战了。我好像成了导火索。师尊加油！打起来！打起来！你们三个腹黑萝莉还真是看热闹不嫌事大呀。老女人，我早看你不顺眼了。哼，交手那么多次，我可没有输过你。老女人，为了你的张毅郎君，至于和我这么动手吗？难道就不能借我玩玩吗？喂喂喂，你把我当成什么了？你在嘤嘤狂吠什么？简直胡说八道，我只是想保护自己的徒弟而已。今日必须给你点教训，月影剑战啊！小小飞剑，谁想对付？你自己留着晚上用吧。风卷残云，我看你能坚持多久。来呀来呀，根本不痛不痒，陪你玩到底。哇，好剧烈！第一次见师尊这么生气，他们不是单纯因为你吧？哎，他们早就有私人恩怨了。据说师尊和青莲道长很早就认识，一直是死对头。系统惩罚结束，青莲道长解除疯狂状态。奇怪，我是怎么了？好像失去了理智一样，似乎有人对我施加了什么精神法术，让我疯狂地追求张毅。总算恢复正常了。少装了，你什么时候正常过？你本来就是变态的妖婆，而且今天更无耻了一些。原来你这么看待我的呀，那我只好摊牌了。我就是变态，我就喜欢张毅啊。哎，等等，老女人，你清高，你了不起。我就问你，你敢这样和张毅亲密吗？公然调戏我弟子，把道宗当什么地方了？我可没有心情和你打架了，后会有期。妖婆，你站住！下次再见面，
绝不会放过这个妖婆。师尊算了，别和他一般见识。青莲道长终于走了，希望师尊不要迁怒于我。对了，师尊，怎么处理周帝这个家伙？我们已经把他绑起来了，给我老实点。虎落平阳被犬欺啊，如今修为受损，一个金丹期的丫头都能欺负我了。既来之则安之，周帝既然进犯道宗，那就给他个痛快，直接安葬了他。这倒霉的周帝，师尊这是把怒气撒到了他身上。别杀我，我会清理门户，帮你们铲除叶浩然，一切都是他的错。留你一条狗命，我要尽快看到你斩杀恶徒，而且从明天开始，天宗就要向道宗俯首称臣，进贡献宝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我要隐忍下去，等待崛起之日。慢着，你还不能走。来都来了，必须留下点什么，身上的宝贝统统留下。你们不是道宗，是道宗。说啥呢？修士的事能叫道吗？这叫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好家伙，周帝的藏宝袋里装了这么多丹药和符箓。大赚特赚，丹药留给我，我要吃到饱。道宗，我他妈感谢你们八辈祖宗，真的后悔无期。师尊，后续您打算怎么处理天宗？得赶紧转移话题，免得师尊拿我说事，又治什么罪。天宗已经半死不活，已经不是最大的敌人，不必挂在心上。我眼前在意的是一个月后的渡劫日。渡劫日？听说这是天降雷劫之日，每百年一次。没错，百年前我渡劫失败，还身受重伤，如今百年之后我实力恢复，又要面临渡劫了。据说修士渡劫成功后会飞升仙界，到达星空彼岸。徒儿可能有些自私，舍不得师尊，并不想让您渡劫飞升。我们也舍不得师尊。师尊以后还是不要飞升了，每天和我们在一起多开心啊。是啊，渡劫是一件身不由己的事情，修士到了人间的顶端实力后，就会为天道所不容，无论躲到哪里，天道都会追随到底，然后降下雷劫。也就是说，这是无法躲避的宿命。啊，没错，这就是修士的宿命。有人渡劫成功，飞升到了未知的地方，据说是传说中的仙境。有人渡劫失败，直接殒命虚空，一生化为乌有。正所谓一人飞升万古枯，渡劫成功之人还是属于少数的。当然了，也有人和雷劫对抗，留恋在人间，挣扎了不知道多少个百年。原来如此，虽然有点自私，但还是希望师尊留在人界。从地球穿越到异界，师尊算是我最亲密的人了，真的不想分开。师尊，山门外有飞鸽传书，是给大师兄的。嗯，是南妖国圣女陈小葵的来信。张毅公子，为感谢您上次合作帮我们找到九尾圣玉，邀请您来南妖国的青丘山做客，一定要来哦。哦呼，是陈小葵那个骚狐狸。去去去，别偷看。大师兄别去，那个妖女肯定没有安好心。师尊一定不会让我去的。哼，能招惹上南妖国的圣女，你还挺有本事的。师尊别误会，我不是沾花惹草，之前我和陈小葵只有一面之缘，合作利益的关系而已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允许你赴约，但你必须利用机会多搜集一下关于妖族的情报。请师尊放心，这次我一定以大局为重，不谈什么私情。好了，希望你通过一次次历练认清你以后的修行之路。我要回去休息，准备闭关修行，迎接一个月后的渡劫了。师尊，你还想说什么？
没什么。唉，有些话还是忍住算了。我如果说喜欢师尊，为了他修道，肯定要挨一顿毒打。这孽徒肯定又是想说什么奇怪的事情。不过他的性格相比以前倒是成熟一点点了。师尊，我会努力变强的，未来做守护你的人。我相信你。触发天命任务，任务去南妖国收陈小葵为侍女，成功奖励大道果乘二，随机 S 级技能乘一，失败惩罚宿主变成兽耳萌妹，持续一年，实现五天内。啥？让陈小葵当我的侍女？狗系统，我好不容易想正经一次，你又给我出馊主意，你丫的是故意找茬的吧？再见大师兄。再见大师兄。大师兄再会。大师兄，你是渣男。再见了各位师妹，我要去青丘山拜访陈小葵了。大师兄最讨厌了，带白泽出去都不带我出去。大师兄肯定去找那个狐狸幽会去了。此时此刻我只想当人。希望张毅此行出去能够有所收获，我也该闭门修行，迎接后续的渡劫日了。终于到达青丘山了。哇，这里的空气真甜美。慢着，空气之中还夹杂着妖气。奇怪，一个狐妖都看不到，怕不是躲起来了吧？哪里来的入侵者，胆敢进犯青丘山？我的个乖乖，这么多兽耳妹妹，看来狐族全是女性啊。不行，我不能辜负师尊，不能被美色诱惑。看他的长相，好像是传闻中的美男子张毅。张毅？那他不是我们少女邀请的客人吗？啊，张毅好帅啊。人族居然还有如此俊男。在下张毅，受陈小葵之约来青丘山做客。我这么有魅力吗？连狐妖妹妹们都这么喜欢我，还真是让人烦恼。把青丘山当成自己家，尽管听我们安排。我们先体验完张毅公子，然后再把他送给圣女大人。我看行，大家一起来。你们不对劲啊。张毅，你死定了。是不是爽得要死了？不是吧，刚想安稳道心，就遇到了这么大的考验。和张毅公子贴贴。别装了，你们男人都一样，今天气氛高下，也决生死。别忘了还有这只小宠物，别冷落了它。一起来吧，最喜欢毛茸茸的东西了。哈哈，姐姐住嘴，我只是一只混吃等死的白泽呀。如此放荡，简直丢我妖狐一族的脸。哼，张毅公子岂是你们可以摆布的？啊，圣女大人，请恕罪。陈小葵。走吧，张毅公子，我带你去见我们的老祖。你们的族长火狐老祖吗？没错，我们现在就去见他。见色忘义的张毅，居然把我丢在了这里。切，陈小葵不让我们靠近张毅，自己却占便宜。哼，分明就是想吃独食。这段时间有没有想我？当然没有，我心里只有我的师尊。那现在呢？手放上来感受一下，然后告诉我，你的心里是不是多了个我？啊，这个陈小葵还真是无节操，不断挑战我的底线。好了好了，不挑逗你了。有种不祥的预感，这次约我来指定没什么好事。稀客稀客，欢迎来我青丘山做客。张毅公子好帅啊，俊美之姿有如玉树临风。早就听说火狐老祖大雄才大略，是少见的大美人，
今日一见果然非同凡响。张毅公子的嘴巴可真润，好似一股暖流弄湿了本尊的心。这瓶上品的金灵丹不成敬意，还请公子收下。哦，如此珍贵之物前辈赠予我，恐怕是另有所求吧。金灵丹可以淬炼血脉，真是难得的宝贝。看人真准。实不相瞒，我想邀请张毅公子代表我狐族参加一天后的南妖国论道大会。张毅公子苦读百书，文采飞扬，区区谈经论道肯定小事一桩吧。所谓论道大会，是修士谈论修行心得的盛会，我借着论道的机会试探一下妖族的修行情况，倒也不是不可以。对了，这次大会的奖励是万年雷击木，是强者眼里的珍贵之物，我们若是赢了大会，奖励必然送给张毅公子，公子就算用不到也能转卖出不错的天价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同意参加。万年雷击木是抵抗雷劫的稀世宝物，师尊肯定用得到，这次大会必须赢得此物。张公子爽快，我喜欢。喂，老祖请你自重啊，你可是我们的族长。前辈莫慌，我还有一事，我身为道宗之人，若是帮你们狐族，肯定要和你们的族人有一个合理的关系才行。还有系统任务，必须想办法让陈小葵当我的侍女。我有办法，把我许配给张毅公子，这样就有关系了。绝对不行，这还轮不到你。依我看，让陈小葵做我的侍女吧。哦，侍女？这恐怕不妥吧，她可是南妖国册封的圣女。很妥善，我愿意当张毅公子的侍女。当侍女可以接近张毅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升服侍女任务完成，奖励大道果乘二，蕴含天道之力，随机 S 级技能下跪术，可以强迫别人下跪的术法。啊，这是口头同意就任务完成了吗？还有下跪术是什么鬼？评价 S 级技能。罢了罢了，无论什么关系，你们开心就好。好哎，我以后就当张毅公子的侍女。这公子休息的房间已经安排好了，就在前面。多谢两位姑娘，谢了。话说跟我随行的白泽在哪儿？我们已经给他安排了一个好地方。让我检查一下你是公是母。哇，不要啊，白泽的性别就是白泽呀。那我就放心了，今晚可以好好睡一觉了。我操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身为公子的侍女，首先要学的就是侍寝。你这是玩弄我的道心啊！不行，我要沉住气。你这么放肆是想逼我犯错误吗？啊，张毅公子想犯错误，那就尽管来啊。张毅公子在吗？是虎狐老祖。不好，老祖来了，要被他发现我就死定了，得藏起来。张毅公子，今晚不必担心孤独，有本尊与你相伴。前辈别过来，这个时间不合适。此时不合适，哪有合适日啊？我白天迫于身份，心里压制的七情六欲，现在都要释放到公子身上。老祖平日里那么正经，没想到背地里比我还正经。你和青莲道长是一路人呐，怎么一言不合就拔嘴相向？我的初吻要给师尊。青莲道长，公子撩过的美女可真不少啊，那我可要让你感受一下我和他的区别之处了。可恶的老
族，该不会真要拿下张毅吧？我居然开始羡慕嫉妒恨了。张毅公子不要怕，把你的身体交给我就行。张毅公子在吗？我们来看望你了。不好，是族人的声音，如果被他们发现了，那我岂不是身败名裂？不是吧，又来。只能这样躲起来了。啊，小葵，你居然也在。嘘，张毅公子，我们来帮你暖床。公子，我们来为你侍寝。今天不太合适，各位不如改天再来吧。张毅公子不要害羞，请尽情地惩罚我们。我们主动出击，一起上。你们这里不应该叫青丘山，应该叫无节操的女儿国呀。放肆，这群无礼的家伙。这不能忍。放开张仪，让我来。我来我来。老祖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他妈简直人间修罗场啊。哼，我怕招待不周，张毅公子睡不着，于是过来看看。老祖，这个理由好像太牵强了，穿成这样分明就是想聊张毅啊。老祖最不正经了。好了，天色已晚，大家就在这个房间休息吧，明天早上出发去参加论道大会。我觉得可以。那这谁顶得住啊？坚守道心，坚守道心，坚守道心。等张毅睡着，我就趁虚而入。张毅的身材好硬啊，我的道心又沉了。终于到了论道大会的日子，这两天被这帮狐狸来回折腾，简直神魂颠倒。虽然玩得尽情，但没有跨越鸿沟，毕竟师尊才是我向往的灵音小道。狐族来了，怎么还有个人族的男性啊？注意看，那个男人叫张毅。啊，难道狐族和道宗的张毅联合了？大鹏王驾到。大鹏王？南阳国主大鹏王。国主万岁，众香平身。人类的气息，你是何人？我乃道宗大弟子张毅，受我的师女陈小葵之邀，前来参加论道大会。没错，张毅乃是我狐族的代表。且慢，你说你的师女陈小葵，她可是我南阳国册封的圣女，拿我国的圣女当侍女，你还不配？配不配，来试试便知道。今天是贵国的论道之日，我自然会以道服人。哼，好一个以道服人，那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。听说你满腹经纶，那我要问你，人族眼里的道是什么？说起修道，前世地球的道德经堪称经典，这个世界典籍虽多，但还没有道德经级别的名篇，正好由我来流传。在我眼中，道妙不可言，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，名可名非常名。张毅哪里学来的词句，竟然能引发天地灵气共鸣？无名天地之始，有名万物之母。是天地灵气，张毅召唤了天地灵气。张毅公子绝非凡人，一字一句竟然唤起天地灵气。如此神人，我们先前居然那般轻薄于他，真是罪过，早知道多玩几次。知道如此神句的人，绝不是道宗的大弟子那么简单，真相只有一个，张毅是转世的神人。张毅真乃神人啊。张毅真乃神人啊。啊，怕是文圣在世也不过如此吧。那些经世之句
怕是阁下的师尊月瑶都教导不出吧。确实，这个经典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神秘国度，至于是哪个世界，我只能说无可奉告。嘿嘿，没想到大天朝的道德经在一阶这么厉害，能和天地产生如此大的共鸣。无可奉告的世界，那一定是仙神生活的世界，张毅和仙神世界有关联，所以才通晓一切。被我看穿了。我懂了，我懂了。大鹏王何故发笑？怕不是疯了？张毅公子，哦不，是张仙师。我南妖国这次论道大会，算是遇到您这位贵人了。爷，你走开呀！这次论道大会，我们妖族四大才子还有上场的必要吗？我觉得没有必要了，我等蝼蚁怎能与张毅争辉？哦，张毅出场即巅峰啊！我还是回家带娃算了。我想请教张仙师关于治国和修道的学问。大鹏王还真是贪心，不过为了论道大会的奖励万年雷击木，我也只能成全了。其实治国和修道就要像水一样，水至柔而至刚，善利万物而不争。啊，林七浩荡之事竟如水浪一般。水至柔而至刚，善利万物而不争，这句话不就是真理吗？我南妖国主张强硬的外交，连年征战不断，结果争到底，势力也没有壮大，反而人族的宗门像水一样柔而至刚，领地扩张了。水为百谷之王，善处其下也。水善处其下也，这句我懂。啊，懂什么？这就是上善若水的道理，你可懂得？我悟了。听了张仙师的话，如同醍醐灌顶。您教会了我要像水一样去治国，去修炼，去做人。以柔为刚，才会越来越强大。我们也悟了。聆听仙师一席话，胜读百年寒窗书。俺也一样。我对张仙师的敬仰，犹如洪水泛滥，一发而不可收拾。张仙师乃是我狐族特邀的门客，以后大家若是想接近张仙师，必须经过我狐族的引荐。没错没错，狐族威武。哼，居然被狐族抢了先机，提前接近了张毅。狐族是妖族第一部落，狐族是妖族第一部落，论威望还得是你们狐族啊。张毅，我要取你狗命，为我的狐族报仇。雅虎，你来捣什么乱？这里可是论道大会，是张仙师的主场。你们眼里的张仙师其实是个害人精，之前在大门的酒馆害死了我的儿子虎子，希望大王明鉴是非，严刑处置张毅。虎子分明是被叶浩然所杀，关我张毅什么事？而且虎子还想要杀我，死了也是自作自受。你是万恶之源，没有你攻火，虎子不会被叶浩然杀死。什么扯淡逻辑，真是聒噪，给我跪下。啊，怎么回事？张毅用了什么诅咒法术，竟然能让我主动下跪？